怎么直接被大牌、欸？没有大牌在你旁边，那一万订阅，哎、欸，蹲下真的很没有感呢、欸，很无感啊，超无感的，我怎么蹲的感觉哦？好不、欸、真的、欸，好不蹲啊？就你没感觉，你是有你十点后自己去开最新版，你自己感觉。欧博，你没有感觉哦？你奶奶有没尴尬？你奶奶有没尴尬？这个要说，因为你是奶奶吗，波波？你们、哎、你们都想要黑发人送我白发波波，我大傻眼。对啊，白发波波要被送啊！今天我们要回来到这个啊，久违的这个叫做披萨躲猫猫。哦，披萨躲猫猫，波波没玩过，没玩过，没玩过，居然我没玩过。那时候我不在，哦，那时候我未出生、啊，那时候还是美好的年代啊，嗯，那时候还是不用发传票发这么累的时代、啊，什么意思？现在辛苦了，哎，等一下呢，好不好？它也是一种感染鬼抓人。哦，你只要被鬼抓到、哦，或者是你跳到底下摔出场，那你就会变成鬼在中间出现。哦，那任务目标就只是在时间内，你就躲避一切，嗯，躲到最后就获胜，好吗？好，这个披萨躲猫猫场地有超多的披萨，很多的地方稀奇古怪的地方可以躲，所以一开始好好加油，努力的跑。好对，我记得也有一些加成道具啦，好像是30秒还是一分钟可以放烟火，就可以看附近的人发光、哦、会让人类发光、哦、记得啊，我们怀旧起来，回到那 1.13.2 美好的时代，哦，美好我不蹲哦，真的不用发传票，哎，我今年满18，刚满18，你有那我们就先两个鬼看看哦，好啊，好。那记得好像他得用自己抽的，哦，对，没错，没错。看谁可以抽到红色的。奶奶，你都按了，你干嘛不按？我以为波你要先抽，哎，对啊，我只是打开来看而已。哦，哦你蓝的，动手，哎，我还强迫给别人呢，哪有？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梦娜，你被强制蓝队了。梦娜，你接受吗？没关系。哎呦，哎呦，发发鬼啊！发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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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鬼！你不要在那边嘛！你不要在那边啊！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看，又点这个黑的哦，有了一个哦，发 table 要都要看哦，要加好哦。发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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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鬼！哎，没有，来喽，来喽！那、啊、怎么开始、啊？哦，这里有开始，嗯、要好好奔跑起来哦！啊，我东西还在哎、欸，你说之前的东西吗？可立了掉，可立了掉！哦，哥、哦，好可爱哦！哎、欸，对、欸、对，有那个可以跳，可以发射、哦，他的那个好大声哦！他可以躲在哪里啊？这声音你要自己调。这是有哪里可以躲？我们这个好像、那個，他其实有很多点。我们可以走了吗？不行，还不行，我们不行，还不行，还不行，你们要唱首歌。芝麻街美女怎么唱？这什么声音啊？好大声哦！天哪，声音好大声哦！是啊，等一下，鬼可以等我们一下吗？哦啊，我死了，好的，鬼死了，鬼死了，倒数一下，倒数一下，死了，你们会都一直复活，所以不用担心，闭眼数到100才行。我也记得你们好像碰一下我们就会被感染的哦。啊，没有解药吗？没有解药啊！你的毒血没有血，没有解药，没有血清之类的。刚没有会放片啊！但是你可以吃披萨啊！你被抓，你被抓就可以吃披萨。哇！鬼被丢走了。那林贴贴，哎，你好，你好胖！哎呦，梦娜倒了，20型吗？这是哪里啊？回来 YT 啊！这里有没有东西？是有那里上面有，还是你看不到看不到那个波波波波波波？好像说可以给团团看一下。什么？你要给我发光了是不是？你要给我发光了是不是？哦，这可以进来啊！不要，不要带过来，不要带过来！不用，可以减十秒，可以减减秒数。为什么你？哎呦！可是好像就会有声音，哎，就让你们知道。哦，你们好会飞哦！
我打不动你，不要啦，不要啦，呀，二零还活着，哦、DPD 很厉害哦，二零还有阿汪。是富很多，那你们怎么全部都是？那我到现在还没有抓到一个人是怎样？我一个人都没抓到哎、欸！等一下，小唐要记得玩游戏哦。我也没有抓到，是不是一直在吃披萨？没有啊，我找不到人。找到阿旺了，找到阿旺了，冰箱冰箱。为什么？冰箱冰箱。有二零，哎呀，阿旺还活着，阿旺还活着，没事，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接住你，接住你。阿旺冰箱，阿旺冰箱，跳下去，跳下去。阿旺怎么是阿旺？阿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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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了摸到了，剩巧克力了，为什么剩巧克力了？不是，一下就被打飞了耶。啊，巧克力在哪里？巧克力全部都抓到中路中间几盒。你是不是你养小猪？你是不是养小猪？你是不是小猪？我在中间呢、啊，你该不会要躲在椅子那边吧？你在那中间，我才在团的旁边，你在那边。没有，是我是我，他冒牌的，团的打他，他是冒牌的，你查他，你查他，哎查嘞。我点个输啊，好像还是椅子吗？哎呦，还有九十秒，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我们可以谈天说地一下啊。波波讲个笑话，讲个笑话吗？哦，爱撒巧，好笑，波波，哦，他是波波，爱撒巧，他是爱撒巧，哎，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哦，他只是搞笑，他是几段时机。哦，看到波波就想笑了哦。哦，你一个笑嗨嗨，笑嗨嗨，好像嘞，好像有看过吗？你都让我们笑嗨嗨啊！笑，还有哪里可以躲啊？有没有在冰箱啊？冰箱我看过了，不要啦，冰箱不好啊。好像嘞，冰箱的话，巧克力会变硬，所以我都喜欢在外面。这样不是软的，这样不好吗？软 Q 软 Q。哦哦哦，不喜欢。好难过，好多心，光辉是年底啊，他好多心机点哦，我的天哪！欸、真的假的？我可以直接获胜、欸？有，差蛮多。对，还蛮多的。我觉得应该在那个汽水那里，好像我在那边看到。哦，骗子！你这骗子！哎、哦欸，我们是不是完全另外那边是过去吗？水族箱那边？水族箱可以、哦，水族箱可以，水族箱应该可以。还有那个侏罗纪公园那边也可以走。侏罗纪公园。那请问有最强高跟鞋吗？我想要带回去。有都有。十五秒哎，好了，你出来让我们看一下啦。哇哇，好开心呢、啊。啊？所以在哪里啊？哦、没看到你啊？有没有看到？爸爸曾经掉下来过，我在外面。哦、那里是跑酷哎、欸，小朋友跑酷，那很难。旁边这里还有披萨，我在披萨盒，嘟嘟。哦，你在披萨盒。我刚刚跟团在附近绕来绕去。哦，我在那边没有进去、欸。我看到一堆人，就是直接摔下去啊。哦，二零怎么最后摔死了？你要摔去找披萨是不是？二零二了，二零赢的人可以跟二零领披萨哦，马来西亚的披萨哦，可以吧？马来西亚的披萨会有那个吗？椰浆吗？椰浆口味，椰浆口味有椰浆口味披萨吗？没有。啊啊！那一点都不要乱讲了哦，乱讲讲。哎，我。我冲着椰浆口味来的，好吗？就你们有这种奇怪的，还什么珍珠奶茶口味？哎、欸，那还不错吧？汤圆口味，汤圆很先不要，先不要。欸、有蚵仔煎呢，有蚵仔煎，还没吃过。来啊，那再抽抽，发发跟团团先抽啊。如果你们是鬼，就拉煎。耶、yeah ，其实你们直接拦就好了。对啊，对啊。那会那会抽完之后都没鬼，都拦的。来了。啊，我的红灯！咦、啊，波波当鬼，波鬼，波鬼，波鬼，哎、欸，波鬼，波波当鬼，好，波波跟阿光，波汪给阿波，波波跟阿光是鬼哦。来，小帮手，那个帮我拉底线哦，啊，没问题吧？开始了，开始了。哎、欸，我觉得这身上有东西啊！哎呀，我要看少了，我要少了。我发的 give me sign， 鬼都会发光耶，好酷哦。你是不是怪怪的？你是不是我只有我发光哎、欸？你过分，只有发光哦，所以不够多是不是？龟要那个缓速吗？不用，太多了，太多了，不行不行不行，他就好他就好，我没有关系，他需要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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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还有波波模式啊？太扯了吧！
而且那个缓速是要做什么、啊？死龙你是不是？哦，好大声！天，好大声！真的有人在跳，听不带到，听不带到。龙了，龙了，真的龙了。真的我刚看到这边一堆人呢、欸欸，啊完了，人死了，啊是啊，哎、欸、很慢，没反应呢，很慢，很慢，为什么跑不起来？什么？我想说你没反应，哦，哎、欸、果然是冰雪魔法，我直接被冻住了，我只是想，完了，我觉得果要水少一只，我只能这么，要不要好好讲话？有大美人。还有在乱讲话、啊？没有啊，欢迎光临，干嘛？欢迎光临，最近很多人，欧洲被传回来了，全馆。我刚刚也是这样，我刚就是跟他们一起被传满千送百，喜欢都不要碰哦，喜欢都不要碰哦。二零在哪里？二零不要做生意，没有自己摔死。我跟大家都在刷、啊，团团这么生气吗？团团，不是我不想被包包打到。冥死不屈，冥死不屈，我觉得可以啊，精神可嘉，精神可嘉。我可能有100个意思啦，对，100个意思。哦、你想不到团团对波波这么有意思，哎呀，好恐怖哦！其实没意思，太有意思，好恐怖哦！这样波波很开心呢，好恐怖哦！啊、这下面好了啦，二零呐，二零，嗯，好啦，阿零、啊、阿零，哎、欸，这会摔死哦，那不是有只要摔下去就会有事，对啊。他那个是装饰的，阿基在哪？阿基，这个是谁？啊，你怎么把打人带过来了啦？那人在哪？他们在哪？阿玲，等一下，呀，这是谁啊？这个是谁、啊？我总记得这里可以往上爬。阿玲，哎，所以他们人在哪？阿玲，不知道啊，你们看到讲一下呢。阿玲，二零被打了，那还臭干呢？哦，秀海海，还两个人呢、欸，哈记。对啊，这个、这都是披萨啊，应该找得到水果。哈哈哈哈哈，是那个、啊、夏威夷披萨。这个啦，冷冻库啦。冷冻库啊，在附近找到。哎，有没有冰镇的？团团，你怎么又来这里了？哦哟。嗯，我刚刚就想说留着你等一下再打嘛，对不对？哇，你还留我到甜点呢、啊？美味的留到最后、啊。哎、欸，那个什么鬼地方？那个这是哪里啊？哎、欸，鬼地方哪里？这是哪里？冰箱、烤箱里面、哦。烤箱里面。烤箱里哈。我变他嘞，他在烤鸡，他在烤鸡的肚肚里。好，他死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波波加油！波波那里都去过了，这边都去过了。我打鬼，天哪！那我要怎么办？阿旺不要！哎呀，阿旺都不讲话哎、欸，阿旺你是关的麦、欸。我啊对耶，啊、我刚才都给我讲话。哎呀，我刚刚狂打阿旺哎，好爽哦、喔！他在阿旺啊，他在哈基的底细呀、啊，哈基的底下藏很多人哦、喔，哈基啊，烤鸡底下，难怪刚刚感觉怪怪的。哈基的烤鸡底下，哎呦，哈基不得了哦，哈基的烤鸡底下，哈基很会烤鸡哦、喔，很多人的，我不知道哎、欸，烤鸡下面那边超多人的，我也在那边被抓到的。孟娜也想要吃哈基的烤鸡哦！哎呦，大爆了哟！哇哦哇哦！哎，你很哇，刚那口水真是怎样？你很汤哦！你很汤哎，什么鬼啊？怎样？波波，你的口水喷到哈基的烤鸡上了？哦，像我认识哎，你这样子很不舒服哎。该洗一下，该洗一下，该洗一下。我刚那个啦，那个做那个 COVID-19 的测试。哦，那个哦，对 ，OK。来、哦，那个还没当鬼的来抽抽。抽鬼啊！过了，这是谁抽的？我。环星。抽。同时按。哦、哎哎哎呦！命中注定。烤鸡抓我们了！烤鸡的神鼠要来了！不要拿鸡打我们，很恐怖。熏鸡披萨也是不错吃啊。他今天那个鸡腿塞你嘴巴。香火熏鸡披萨。我要拿这个打人，我要拿这个打人。那就来喽，三个一。你怎么有那个？你怪怪的。我要拿这个打人。你是作弊。
你作弊！好诶，好诶，好诶！好诶，好诶！记得他可以去一些很酷的地方诶、欸。我也记得可以啊。我三百年没玩了，我第一次玩诶、欸。我是卡的。三百年没玩，你没玩过，你怎么？我们没有玩，你要自己感受一下。哎、欸，不是哎、欸，是卡了，你这是卡掉到左卡了。我记得之前玩的时候，开场就直接给二零一个帮助，我们去救他。二零，你不能被抓到哦。啊？为什么被抓到不能抓我哦？那你被抓到不抓我啊？做鬼抓人协议、欸。我救你一命呢，二零零。哎、欸，等一下说好、哦，你去别边啊，二零去别边啊。等一下说好不能抓我、哦，红绿灯。好，那个波波要发光喽、嗯！不要不要！我们不会抓你啊，哪次抓了？肯定没，那肯定没说抓的。啊！二零救个鬼，二零救个哎，好猛哦！二零零红断救，直接讲就直接去救别吗？二零去抓波波，抓波波，去抓波，去抓波，去抓波波。抓波点要发光了吗？抓波，不要抓抓波，没有发光啊！我看是抓马吧，这不是抓波了吧？我的天，隔天那个论坛一堆人都说，到底巧克力跟波波有什么心结？每次都心结结大了，还心结了吧？不是一直都有吗？他怎么现在还在炒冷饭、啊？我无聊。那这样我们要怎么分？你要想一下。七三，我怎么分？我又从来没跟你在一起过啊。啊哦，所以是单方面的追求、啊，拒绝拒绝拒绝，你去吃那个、啊、西瓜披萨啦！有人录了，有人录了，好甜哦！哇塞，人嘞！我看到了冰箱，还关门谁？我要吃的是披萨，不是西瓜啦！来啦，吃西瓜啦，吃爸爸！他拿着西瓜来抓我们！哎呦，不是拿鸡腿吗？没有，他拿的是西瓜口味的鸡腿。西瓜口味的鸡腿，我被打倒了。哎，可是西瓜口味的牛肉很好吃哎、欸。西瓜口味的牛肉很好吃吗？对呀、啊。西瓜牛排吗？对呀、啊，对、哦。我有看过你的西瓜吧，感觉超油。那个是西瓜，那不是牛排吧？就是样子很像。不是，它是那个把那个牛肉切一颗一颗，就是很像骰子牛一样，然后把它塞进那个西瓜里面去做。哦、oh. oh. 啊，我看到了，料理啊、你怎么看到了、啊那个？你怎么可以看到？我跟你讲，跑酷点，跑酷点有阿汪，我跟你讲，跑酷点对，对阿奎们，不对，你怎么可以看到？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抓？你只会这样子。OK 啊 ，OK 啊，我只是刚刚不小心摔下去。阿旺，你就不要跑。可是你有缓速，你这样跳得到吗？阿旺，你就不要跳。你就最好不要跑，你就最好不要跑。站在那边等着。不行啊，波波，你在那啊？你在那不小心摔下来了。没有没有没有，他已经到我躲点的那个入口哎、欸，我不得不走。偷大卖照。我以为你会先跑，那我们没有哎、欸，怎么就看到了？我觉得就抓到这样子啊，抓的够多了。我们在中间吃披萨吧，来大家、啊。你永远都是骗子，你永远在那边骗骗子。那我要吃巧克力，我在旁边有一个那个、啊、那个巧克力，我要吃那颗。怎么有门、哦？你在可可乐旁边，你怎么在那么好的地方？迷宫哎，这里是病毒啊，怎么出去啊？没有、啊、没有，它是死路，它死路、啊。找到了找到了，没有那里可以找，然后你再找一下，它、哦、应该有机关。对，它走一个路。嗯，找一下，拍旁边的那个墙壁，说不定就有一个凹陷下去。有吗？我想说这边不会有人来，因为太废了，结果居然有人。就是你那一颗头露出来在那边，你跟我讲。可是，哎、欸，我跟你讲，哎、欸，我跟你讲，刚刚发发就是没看到哦。哎呦哎呦，所以现在到底是发发的问题还是团团的问题呢？发发，你要怎么解释？肯定是抓到你那个人的问题。对不起，对啊，什么都怪波我就对了，是波我问题。对了，我啦，我啦，就是我啦。就是你，好扯哦！就是你啦。那孟娜躲哪？孟娜很会躲哎、欸。我在喝可可啊。哦，死掉了。喝可可？为什么会有喝可可？欸、有没有烟火、哦哦？有没有烟火？对，放烟火可以捡呢、欸，都忘记了。好酷的地方。你知道我拿 F 5在找人的，你为什么可以用 F 5找？那我帮你减十秒，那是我对你最后的温柔，找到梦梦吗？最后的波纹。
我还帮他开一个烟火。我是喝可可啊。王楠有没有烟火？你有烟火就直接结束。他办完了、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东西，没有酷玩意。哇！什么东西？在哪里？这里呀、啊。苹果里。这里呀、啊。苹果。哇！这里没人找啊。哇！最危险地方。哇！哦，真的耶。好厉害！直接上去了，太会了吧！我在可可啊，我在可可旁边，我在喝可可啊。哇！在可可的旁边，他真的是没吃过苹果吗？最老实，又有老实哎。还有谁没当过？我。不，你？你也没当过。那我们三人三，会有一个人注定是好人哦。好。我以为说三个人当鬼吓死人，那时间要调低一点哦。孟大志，二零，二零，好，我是个大好人，好巧，好人，好巧，好巧哦，好巧啊，好巧，太巧了，掉下去了，太巧了，无情加入，太巧了吧，阿巧，太巧了吧，阿巧，听。太开心了吧！很开心哎、欸，为什么？哦，那边哦哦，那样跳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好酸的喂！咿呀啊哟，咿呀啊的，对呀、啊，咿呀哎啊！学孟娜待一些危险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很安全，还有可可可以喝哎、欸。还有紧急逃生装置哎、欸，我的天，立体机动装置。好巧哦！太巧了吧！我的天，这是不躲啦，白痴哦、喔！这怎么躲啊？可以可以，然后对自己有信心。没有，这边让我很没信心。你怎么在这底下？没事没事，我跟你讲，这卡一半，卡一半，卡一半，可以，你可以那个观望大局。你们这样子，一个人被抓，另一个人就会无情的，一定会无情去找你。是，你快走吧，波。我不能走，我不行走，我们要义气。这听起来好像你快走吧，讲到这我们可以回头，要明就完全不能回头。你那底加啦，还有要求哦。I die, I bring you to die. You bring me to die. 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被抓哦，谁会是那羞耻的第一人？哇，快跳下去！我看到有人的位置很猛哎，那个点。快，我去厕所，我去厕所。我要去厕所。好嚣张哦，二零，哈基在跳你啊！你怎么敢的？不是，我跟你讲，他们都背对我们，我看到了。年府，阿飞，阿发，我在放烟火哎，二零，阿发，你怎么在那里？阿发，阿发，好难哦。反正孟娜也是专门躲的，不会找哦。哎呦呦，好像被看到了哎。阿发，你确定你在那边吗？阿发，你要想一下，你好不好？我觉得我们有点危险呢、欸，你觉得呢？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人要不行了呢？嗯，去哪里？哎、欸，尿尿回来不讲的哦，放烟火。放烟火！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还有烟火的地方，发发 out 哦！我看到，我看到。你怎么可以打发？打发！我打发，打发，才可以去打你啊！我自己走到二零面前。哦，那个躲在是不是想要嘲讽？没有，我刚想他走了。你让二零找我，你让二零找我，你想一下，你让二零找我。让二零找我，还有九十秒，让二零找我，还有九十秒，你先想一下，你是不是刚刚就看到我了？你没有，我没有，认真讲没有。你好扯哦，我是刚好就经过，然后哎，这里怎么亮亮的？你怎么刚好经过这里？没有亮亮，我刚刚没有放烟火。你的头，我那我跟你讲，我那个披萨盒那边有哈记。对，二零二零这边，二零这边，二零这边，二零二零二零，你回来回来，楼梯上去看到他了。我第一场躲的地方。哇，哈基带，哈带，哈带，哈带。那时候我看到那里有烟火，有没有够时间的各位？我的天，还好久，真的好久。放完了，还在，很扯哎，猫王。
我们刚是一起当鬼，我们现在一起当人，一起活下来。我去找他，我卖了波那个哈记，我可以活了吧？卖哈记。我觉得哎呦，啊完了，他进来找我啊！看到有人了，孟娜是在中间的，是不是？对呀、啊。我跟、欸、你们有烟火吗？你们有烟火吗？要跑了，要跑了。阿旺快点！有烟火就可以直接结束了，有烟火。阿旺，哎呀！抓住他，抓住他！中间，中间，爸爸，中间，爸爸，中间，爸爸！哇，又死！阿巧嘞，阿巧！来不及，爸爸，你来不及，爸爸，你来不及，你来不及！阿巧，你躲在那边了。有人躲着、啊，这里刚躲我下面的椅子，刚刚躲过一次被发现，可恶！而且你知道开场我躲那里，然后我一转头就看到孟娜在对面的书那里，然后我就超害怕他会回头。可恶！你是不是有保护色啊？喂，你的上衣有保护色、啊？对啊，可以啊。然后还有我出卖了他自己，谢谢，谢谢。哎呦，我们就是要互相伤害啊！太难过了吧？那、啊、最后我跟阿基当鬼啊！好啊，哇，大魔王模式哦，太难了吧？哇，这个是啊，等一下，这躲不掉了。你怎么了？没了，我在倒水。你干嘛？你干嘛？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有了，我没有说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拉屎斗。嗯，难哦。欸、我觉得啊，我们刚躲那边很好哎、欸，真是可惜了。二我看到了，仔细啊，我不动了，我不动了，我开场三十秒就在中间了，看谁会到中间是不是？那这个这个这个放这个超赞，好好好，这个可以，这個、可以、哦。我知道为什么我开场会看到孟娜了，因为她其实开场在这里，所以她看不到。哦，至少还是失明的，失明哦。看到了啦，谁？二零，二零，你别躲了，你都在那里了，你不如加入。你知道呀？你看到二零，我超被打。就加入了啦，二零。我也不会有人在找这里的。拜托，最危险地方先找再说。可恶，我不小心掉下去了。哦，一定是 1.13.2 的关系。哎、欸，这个旁边，旁边这个是谁？我刚看到你走进去了。哎、欸，你这小坏坏！哦，阿汪，二零在那附近啊。哦，二零在这里。你找错人，不是我啦。你看到其他人？你抓了，我、哦、是爸爸，是不是？你看到其他人啦，白痴哦、喔。哎、欸，还有，还有，将近四分钟哎、欸，我的天啊，躲了四分钟。哇塞，啊、还有波波跟短短呢、欸，波波哎、欸。啊，是我们两个。哦欸啊，干嘛？你要加入是不是？你要加入来找我？可不可以加入啊？我在哪、啊？我旁边一堆人走哎、欸，可以不要这样。我现在是保护色，我不会跟别人说。没有，你直接发光就好了，对不对？哦、好聪明哦！发光了，他都这样讲了，那我们也只好照做了。又来，棒棒！我在哪？不、嗯，还是我去你那里，我不打你。呀、yeah ，骗人！然后没有，然后叫别人来打这样。对啊，我保证不打你。那别人保证会打我。那是别人，我没办法控制别人啊。我过去那我闭上嘴、哦。披萨盒好像是不是看到红红的？哦。哎呦，披萨盒，披萨盒有没有人去？我刚说要去前，好像看到、哦。我在喝热可可。变了，变了。我站在云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刚好像看到。感应一下，宝宝，哎呦喂呦，你怎么看这么仔细啦？吓到了，都剩团团了，团团。我在喝热可可，我在喝热可可。又骗人，相信又是真的啦，是骗人。你骗人？阿姨她会养小猪，这里没人。怎么我会养小猪？你是小猪团团呢？我养小猪团团，你刚才骗人，说不会是四次怨灵，结果就是四次怨灵。没有四次的啦。没有，好香哦，小猪团团。我在冰箱，我在冰箱。又在冰箱，已经找过了，冰箱没有。对啊，我们都从冰箱煮出来。你这样冰箱会坏掉呢。中间的迷宫有没有找了？有啊，我在里面。有迷宫找过了。
你们在迷宫，我是在里面哦，在那边。他是第一个找到的。对啊。哎，可能要喝饮料，可能要喝饮料，找到了。你看，可可对不对？很棒吧？我有点渴，我是没有在冰箱哎、欸。喝一下，对吧、啊？我有点渴，我有点渴。可能找不到哎、欸，不晓得在哪哎、欸。乐比团团发疯了。哎呦！有没有办法找到他？找到他？找不到啦！回去没有人知道。好扯哦，好扯哦！你们找，你们是不是找到了？在那边没有，没有。这波波，你到底有没有在找？波波，你有没有在找？我有，我在找。你没有，你在混。我有。波波，你有混？我有。你在混啊？我有。乱说，都不找哎、欸！乱讲，乱讲，乱讲。乱讲，我都找不到。乱讲，你一直追着他耶。你看错了，你这不是团团吗？你怎么叫成这样啊？我错了啦。打排球，打排球，打排球。被吓到了啦。我跟他一直在喝饮料，然后就弹爆了。啊，你没打到你吗？没你爆，我才要爆。好恐怖啊、哦！好笑，真的是我跟团团来回跑了超久，然后都没什么人发现。对啊，没有一直没有打我，我在冰箱一直看你们啊。我没有，笑死！大家都傻眼，想说，欸、应该不是。对，伊莎朵娃娃。他、啊、其实我记得有一些很酷的点啊，只是就是要他一开始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就是要慢慢摸。嗯慢慢摸，就常常会不小心被别人看到你走过去啊，就没办法。对啊，我自己队友都在互相出卖，真的很扯，好扯，好扯，真的好扯。对啊，我躲得明好好的，然后他就出卖我，好扯哦，好扯哦。嗯，好了，我们可以升版本了。哦耶，多少？可以蹲了，16.5，好棒，可以蹲下了。16.5，好，再下一张1.17，再下一张1.18。我今天玩这么多，今天玩那多了吧？1.18.2，跟你讲，哇哇，今天是直接玩到12点，是不是 ？OK， 阿波，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有什么差别了。好，我等一下看。嗯，你要会看呢、欸？我很会看啊，我超会看的。嗯，你当你说蹲下好像没什么差的时候，就你就已经就觉得你怪怪的，你知道吗？你就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你在骗人，我还没刀哎、欸，我还没刀，我还没刀哎、欸。哦，不，完蛋了！更新对不对？我在下载，对吧？我在下载，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全部版本都搞一轮啊？都在搞、啊，怎样？嗯等下，1.18.3要来了。哦，1.18.3。嗯，神哦！有人在更新，有一半了，一半了。有，我18，我才5。你才5岁哦！我的天，哇，你讲太久了，你头会抬了吗？嗯，会抬头是不是？五岁、哦，五岁就在开加班台，老鸡巴是该开，完蛋了，完了，那观众都是那个、欸、去赚钱，你这样超级童工哎、欸，对吧、啊？真的哎、欸，而且你还是直接连续上班呢、欸，那个记录档都是最正，你这还超时加班，最正确凿，我当然是最正确凿。为什么进去了？你为什么不用更新？他也是狼啊，他也是狼。其实今天梦到在玩之前，他把每个版本都按过一轮。好强哦！你说他1.17.10开始就有啊，我本来就有下载。阿纪也怪怪的，我也有载啊。对啊，我也有载啊，对啊，大家都怪怪的。进来了，张图哦。哦，原来是这张哦。哪一张啊？有捷运站。有下水道哦，不知道哦，那张图哦，不知道，嗯，完了，还有新的更新哦，就只有我没有印象了，我也没有印象，我也没有印象，哦、又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没有波波的时候是吗？嗯，就是我记得，
拿书可以啊，吃经验值啊，也有钱的。对对对对有啦，那张不有玩过了？又有又要丢经验瓶出去，那个飞机飞机飞机，用技能飞机飞机工啊，就是溜爆你啊！你在那边岩浆那边烫啊！哦咻哦咻哦咻哟！为什么更新那么久？我也是更好久。哎，我好了耶！啊，我压我啊，我说没有画面的哥哥啊，在更新呐，弟弟。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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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想一想，弟弟，再想一想。哎呦喂、啊，怎么一片黑？原来是波波的脸、啊、哎呦喂啊！请问，啊，我说 N 四十，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了。这张就是那个，你看，弟弟那个，弟弟，你又知道了，你又知道了，有啊。I got you, I got you, I got you。啊，你我怎么有那个？那个是，我还有别的，我还有别的。好，你敷衍，敷衍，敷衍。有好吃的，好吃的哦，真的好多哦，好多好吃的，好多。那个大颗的要留给幸运发发，对，大颗的要给发。啊？为什么？把它塞回去。呵呵。哎，不要不要拿出来，不要拿出来。不要看到啊！这个音效会变好小声哦，这个版本落差怎么这么大、啊？你好像怎么？哦，他说插下中介之眼进行友情破坏。什么？你要友情破坏？哎、欸，真的？哎、欸，你又想把谁换走了？他叫我们要友情破坏，这个拿不出来，这个什么？真的假的？哦，恐龙牌，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什么？心灵后面在等你，团团。啊，好久哦，没关系啊，你慢慢来，慢慢来。二零插下那个恐怖的钥匙了，真的哎。哦，哎，你死了耶！我没有，我是被抓走了。你在跑跑步哎？我下地狱了。你那么快就下了、哦，好快，好快！这里有个按钮、欸，这是哪里？哎呦喂、啊！所以你还要很久、欸，我被带罪了。黑发人送白发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真的很好玩耶、欸！对，老唐，我们现在超好玩的，我好想玩哦，超好玩耶、欸！我要来偷按这个啊！我怎么还有三 MB 啊？好好酷、哦，团团你真的很慢呢，好扯、哦。我也觉得我超慢，怎么回事？对啊，团团在干嘛？地图被发现，哦，好像好了哟。哎，怎么是我？我也快了，我也快了，你别啊，你别啊！我宝贝，是我，到底是我比较慢还是团比较慢呢？我好像好了哟，我好像在进去咯，我好像在进去咯，我加密中，我加入世界了，我已经加入世界咯，我进来咯，我们进来咯。为什么你跟我完全同步？哦、你是住我家、啊，你是偷我家网路？我才要问是不是你偷我网路的？啊、我偷你网路，我应该都跟哈基一样快啦。对不对，刚刚是你偷网路，踩在你们的网路线上面。哦、我刚踩在你们的网路线。哦，宝宝都你呀、啊，宝宝。结论是我偷的啦。来咯，这个久违的幽灵躲猫猫。哦。还记得怎么玩吗？一进去，好人都是透明的状况。隐形的状况，所以鬼就只能依靠粒子效果去抓人哦。要好好的捕捉粒子效果啊！记得还有一些道具可以用啦，鬼也有道具咯，就自己试试看。嗯，然后他也有新的地图。哎呦，新的地图，居然没错。那个地图在哪里？我们马上就要变出来咯，地图选择，我看看新地图叫什么。对，现在是 2.0 版本了。哦，列车好不好？哦，列车这个啊，无限列车来啦！耶、yeah, ，无限列车。然后是我无限制的限，无限，无限，我限制列车啊，无限制列车，我笑死。推荐360秒。好，那我们就一样两个鬼有道具哦。好啊，那就来
随机婚对，然后直接 go go 哦，是繁星跟阿汪哦哦，赶快丢金子，赶快丢金子，用啊，丢金，对，先丢金，因为你今天高的话，买东西啊，阿汪大买特买，要点到史莱姆球，我知道，我有看到，史莱姆球会结束哦，会结束游戏，对对，史莱姆球不要 Q 出去哦，好。可不可以把它放包包啊？可以可以，已经开始抓了。不是他在我面前撒。对。真的伸走是不是？好的。对，下次会注意一点。而且你身上其实会有那个粒子的光啊，你可以旁观者，现在你可以看。把这个游戏要开粒子，那是一定会有的。它粒子要开到最大。对，要开到最大。哇，这个有显示 ID， 我看粒子大师哎，哇！但是鬼也有一些道具，所以要小心。有啊，我们看得到鬼吧？我们看得到鬼吗？鬼看得到自己吗？鬼看得到，看得到，我们不是隐形的。哎，可以走出去哦，不一定要在列车里面，是不是？哦哦哦，可以。好，你走到哪？啊，草地上是可以走的。好哦，好哦。我还可以爬到火车啊，怎么发光？啊，在上面！哔哔哔哔哔，犯规犯规！哎，这个技能哦！哎，这个天，等下直接透视是怎样？太扯了吧！你要是要把隐形拔掉？来来，繁星，我再开一次啊！你去找啊！我刚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啊！阿汪，等一下，还不用，先不用。那边。好。哦哦，买看这个哦，我有这个了，我有这个了。我们买环数，环数。哦，那结果他们过来，我们就还他。还有就要恐怖啊！哎呦，超电磁导炮 ，Hello！ 没有，我是拿那个弓而已，我要做一支箭矢。我跟鬼，我跟你讲，那个什么，那个十二等买那个超烂，不要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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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哪？哦，有车子底下，车子底下，对，车子底下有一个人，好扯哦，哪里？地府里，我这边没有，我等下来料理他，料理他，你先不要走了哦，阿旺，你就不要走啊，可怕，哦，福利彻底有人发光，彻底，这笑得太邪恶了吧？又还不是，可怕，可怕，我进去的。变形逆中是怎样？老板呢？又开眼，又开眼，又开眼！冷静哎，冷静哎！啊！来完了，我完了，对不起啦！阿旺，阿旺，堵他！你隔壁，对，挥，狂挥，狂挥！可以，你可以的。隔壁，可以，过了！那你后面。我！还走啊！迎风追老板，这也太难了吧！你怎么在这边走得下去啊？救命啊！是巧克力怎么进去树丛里面的、啊？我是不小心掉下去，然后我上不去，我就只好在那边了，你知道吗？这种用哦，缓速。我也是没办法的啊！你怎么在这兒？加油加油！二零可以吧？没问题吧？二零。又开眼又开眼，他等级其实蛮快的。哎，红盾，我手没接到，我手没接到，我给他缓速了。哇 ，DBD 六鬼200，哇，我差点就成功了。二零，我刚刚帮你们缓超多。哇，哦，他那一波开眼不行，这样。阿旺，你那边有是不是？有，我这里有一个。好狠、哦！我掉下来了，好过分、哦。二零，你是我们的希望。二零，你是我的希望。二零，这里有哪里可以躲啊？幽灵是一同获胜。二零加油！二零发光了！二零，
天啊！外面，外面，外面躲躲躲躲躲下去，躲下去！啊，繁星，你走，我丢！哇，你们的道具等级怎么那么多？他经验给很快。太快了，太快了，慢一点，慢一点。双层，双方甲，好像很厉害。二零二零的秀哎、欸，秀，哇，不可能，三十秒，三十秒，孟娜，你是我，孟娜，加油，我的哪里有谁？这个位置，我在哪里？我是谁？你，还在被洗屏啊，被洗屏啊，十七十六秒。你们反速可以狂丢了、哦，好像现在是永久滑空 Q 道具要用 Q 的。哇，你怎么这么腼腆？哦哦，蒙娜蒙娜，哎呀！哇、啊，开眼哇，开眼好无情，好酸哦。疯狂开眼呢、欸。可是没有开眼，确实会很难，所以开眼是必须的。对，超过分。他那个等级惨了，看起来好开心呢。对啊，就还嗨啊，跑一跑，听一下，开个苏拿技能。对，所以幽灵方其实还是要多生经验，然后去缓速之类的。嗯我讲一下，就是我们会出生在车尾，然后巴巴就在车尾狂丢，被我又在面前丢，我就得白摸一下。我以为他们是那个分开的，就是会倒数几秒，然后放出来。对对对，那讲一下，怕不知道重生点在哪。鬼一进去也就可以动了吗？对啊，直接哎没有，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倒数。过一下子。对我们倒数完之后，就在列车的尾巴。我就进去了。等一下，为了终点这列车，小心哦。好的，幽灵方。好的。随机混队 ，Bobo 跟二零零。波零，波零。对，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爸爸就死在这里。因为这是个跑酷点呢，你们等的地方。因为我只是比爸爸早走几步而已，我刚也在那里。可怕了，太可怕了。因为一开始没有那个。有了，有了，来了，来了，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开始，我们要。要做事，要做事。我们，猎人方很亮哎、欸，我的天哪、啊，这么好，有夜视，对对对对对。那你夜视也可以拔掉啊。我先不要。还是你要亮亮，我们这样都看不到你们呢、欸，很难过。哎、欸啊，没关系，先、欸、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不会啦，不会了，这样会太快吗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这样会太快吗？不，你太快了吧？你这样不行，快成这样，这样不行。我的天。真是的，这是委屈你们了哈，太委屈了。因为刚我刚把声音关超小声。哦，我先那个，我先去砍树。什么技能、啊？先去砍树。砍树啊！干嘛砍树？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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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吴刚。砍树！砍树！紧张，很紧张。吴刚伐木。不要乱砍，环保啊！干嘛乱砍树？没有。我现在是道长，僵尸道长。我干嘛又发光哦？驱邪的部分是不是？对对对，你搞回来。那你确定你自己不会先被超度掉吗？有机会。二零，你们亮亮。他用过，他用过了。欸、有。哎、欸，我刚手里没有看到、欸。你用过了，你干嘛？二零。啊，我有钱啊。我有钱呢、啊，我有钱呢、啊，不愧是马来西亚大地主二零零，我有钱呢、啊，真是对不起了。I'm sorry， 这是谁？我在后面。他自己跟我一样丢金恩琴丢在班巴利尔在旁边。哦，不要缓了啦，好缓哦，我的天，缓到不……那你没怎么缓呢、啊？有，其实有一点点，要缓一下的啊。我看起来好……哭啊！哇哇！我的，我刚好看到粒子亮起来，好猛啊！好强啊！好会啊！有，都在那个……不要了，不要了！都在车尾，都在车尾。剩你们两个的呢？都在车尾，都在车尾。哎、欸，我这边有个人在跑，我干嘛干嘛干嘛？冷静冷静，哥。喂，我想要换过他，我想换过他。他开眼了，我开眼，哎、欸，我跟二零的搭配，这是谁来耶？
太扯了。他在那个树最尾耶，树头尾，我的天！没事，我们存一下。那我们等一下，等一下也让鬼会发光。好，感觉鬼固定发光这样子。我这边，我这边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在树里面。对对对对。有我在我啊哇！我可以我再亮我再亮我再亮，哦好，你还可以吗？亮一直 shining， 可以我再亮，可以，太亮了吧！哇，好强啊！太亮，好扯好扯，鬼的经验能不能调啊？鬼经验满满呢，他超快，快要常驻开眼，六十秒一个，对。啊！常驻开眼，太扯了。那你们等一下就那个300秒哦。不然我觉得时间缩短也是那个，时间缩短一分钟，啊、然后鬼也都会发光，嗯、发光好吧？发光好。现在先发看看。嗯。哦，那是刚刚我想说，你好像我看到你突然不丢了，你知道？我说你。我看书，我在买东西。你在买东西。说你是看到我。那我们两个抓爆大家！有，我们有发光哦。好快啊！好快啊！哇，这真的很难玩呢。我刚出来了，那么刚被放出来了，各位。送是什么？哭啊！很送。我梦到我们要那个拿盾，我先来哦。梦到我先来哦。啊！不是，我要怎么出去啊？你在哪里啊？上面啊！那个火车上面怎么去的、啊？好扯哦！跳下去？不是、欸，他这样子都没有教。那我开喽。好，你开，你开，集中给你。啊！我吸不到，我吸不到。快跑、哦！波波，再来嘛！来不及买木盾哦，你好狠哦，太狠！你还在那上面这边玩？当然了、啊，梦娜这边有人吗？我帮你，我先来一个。哦，没有没有，在上面，在上面。哎呀，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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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再走，再走，再走！哇，急退啊，200。我连续开环，我连续开环，我连续开环，快，你们快跑！梦梦娜记得买技能啊，她技能好像要随时去买。啊、你有发光吗？你来用一个。有。车子底下，车子底下有一个。我连续开环，快点，你们快跑，连续开环，快点。哈我找不到路出去，完蛋了。我们这就是互相蹲蹲的，我好好笑。天哪、啊！我队友光剑，好不拜托、啊！我是移动好玩哦。哎呀，不啦不啦！哇，还剩几个？还有三个，好像难。我先来一个哦，等一下，我先再买一下。嘿，哇，怎么这里那么多人狂丢经验瓶是怎样？你们两个也太酷了吧！这边也太酷了吧！这边真的酷哦！哎、欸，都走了，都走了。这里要怎么跳啊？啊，旁边就可以走了啊！在下面。为什么可以丢这么快、啊？还好吧，连点小滑鼠。腼腆小滑鼠，就是这个是器设备的好处。再躲再躲，好无敌哦！先大概的位置，真的是狂买猛买。丢了，哇！出事了，你要出事了。这里借不去，还拿剑，还拿剑，还拿剑，还要反击。鬼太强了啦！我真的觉得买木盾比较好。嗯哼，木盾能干嘛？我刚买了，可以挡，可以挡。你要那个在被打到之前 Q 出来，我记得。哦，太难了吧？太难了，他不是主动触发了？哎，发啊！你怎么发呢？阿发，换你发光了。好了，发发换你了。80秒，阿发，进不去。
阿爸，你走左，我走右，你走左，我走右，我们找一个地方进。阿爸手，阿爸你的手，阿爸你的手，阿爸你的手，阿爸你很显眼。我忘了，树能够进出的，好像就只有最旁边，然后跟中间有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全神贯注给你，阿发。嗯，压力好大。阿发，我们还在找路进去啊。你带他们，你当导游小姐。现在带你，在左边看到的是树，右边看到的还是树。我进来的。哎，太棒了！我来帮你。哎，对。等一下，他传送人哦，他传送哎，太强了吧，哇！刚刚八法是被传过去吗？对，被传过去的、啊，对，好强哦，三十等传送是把对方传过来哦，那他经验值不能加那么快啦，在干嘛？是的，这是鬼图吧，作者？现在是鬼妹塔，鬼妹塔，传送不能啦，巨魔是二辅，我看鬼还怎么玩啊？对啊。道具模式二伏起来咯，看看鬼还有没有办法、啊。嗯，安全了。Obo 哈基，他是我。哈基没玩过吗？嗯，欸、我有玩过啊，我有玩过啊。可以啊，那你带他、啊。等于是我们经验瓶没有用了，经验瓶没用了。哦，那经验瓶就不用丢了。哦，真的吗？丢了。可以羞辱鬼不是吗？我记得。还是很我记得最后好像50秒还是30秒也会有发光啦。这个我一直卡，所以还是要小心。有没有要先去车顶？先车顶，车顶，车顶，要在车顶了。有要、哦、先去砍树？哎、欸，没有。有要规定不要去树里面吗？欸、不能呢、欸。看、哦、现在没有道具的话，对啊，要不要就树里面不要去了？好啊，那就树里不要去啊。对啊。哦，云顶。云林怎样？云林怎样？云林可以去好不好？云林哇，大玉，哇，这边好热闹、哦，这怎么玩啊？找不到人呢、欸。看粒子效果，你看找到了。哇，没有没有，波波是你找不到人啊。哎哎，爸爸，哇哇，爸爸，波波呛你不是人，哇，不是我以为。他是对，对哦，我跟着他走哎，你跟着他走干嘛？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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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赢了，赢了，赢了。我想说，怎么一直有人感觉走在我后面的 feel？ 嗯，啊，我听到有人在里面，你那里可以过来吗？是不是可以进去啊？不可以进去啊？如果你过不来，我就赢了。那我赢了，那我赢了。哪里？他哪？为什么？为什么？车头，车头，车头。他在车子头里面。哦。无限列车啊！我那样，你怎么变列车合体了？哇！我阿龙去看。土哦，土哦。无敌点位啊！无敌点位啊！我们有没有见识？有我这样子，我这边有道具，那个洞里面，那个洞里面，你自己那个洞本来自己射，只有一根，哇，没有走进去的、啊，那你还射直的？我想知道。2020，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知道在哪里、啊，真的吧？好好我也知道在哪里。来哦，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哦，波波、哦，我觉得你可以啦。我好，其他的我想一下哦。感觉这附近一定很多鬼。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还原原作好吗？他去跑步跑步啊！跑到一个人头鬼啊！跑这个跑这个电线杆，可是我们跑上去好像也出不去了哎、欸。那你要想清楚。能不能坐一下？对对对对对，你跳，你去跳。想清楚啊！有人在那玩呢。有人在玩啊！有人在玩哈基，是啊，你在玩哈基，好扯。还有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波波是不是知道了？波波是不是知道了？知道，我快进来了。我跟你讲，20是无辜的。波波，我的牛波波，你们赶快，你们加油！没有20是无辜的啦。对，不是20只是路过的。他路过被搞。哎、欸，我跳进去过了、欸，可是怎么没打到他、啊？哦，啊，因为我们会出来啊。哦，你们出来了。
那我会跳嘞。我们是幽灵，我们赶快出来啦。有了，我知道了。哦，你也跑太快了，跑到这边来，直接一个高歌离席。屋顶，屋顶有人，屋顶有人。有，我看到一个脚步。那听到歌声，好可怕哦！那个脚步不是哈基的吗？还是你自己的脚步声？你要自己的脚步声。你是不是听到自己的？对了对了，完了完了，我没道具真的差很多，没道具真的差很多哎、欸，难找。最后也没有发光哦，对啊，20秒是不是？我刚刚看好像是20秒，20秒，那太短了，短了吧？波波怎么那么短？这是你的地图，你找的地图，那应该是你的。哎呦，哎呦，有了有了有了，20秒。太突然了吧！好，刚刚波波就有讲了，剩二十的时候会发光。20秒完了，可是20，波波要追过来了，波波，谁啦？你谁？快点！太难了。有道具，鬼超简单；没道具，鬼超难。这平衡很难抓啦，到底。平衡可是那个车头我会跑了，他应该每60秒，然后鬼会闪一下光，对，亮一下这样。应该要再更平衡一点啊。有道具模式的话，鬼的那个经验可能也要调一下，要调一下。传送我觉得也不能有啊，直接把人家传过来，就是累积就好啦。没有幽灵犬，可怜呢，幽灵犬，来，那我们可以再玩回他以前的地图哦，以前的啊，换版本吗？没有，就这个换地图，对，换里面的地图。阿汪，你是敌书二号，我们一张一张玩哦。他每个地图其实都有在做一些调整哦。好诶，列车。那我们这样，最后60秒的时候会全体发光，好不好？60秒，60秒，OK， 这样应该就比较还好了。嗯，那就来看看会是谁？我们的幽灵鬼抓人，又是我，是我，我们又是我啊！波波换一个啊！发发当过没？还没。阿发，上面的，现在换谁没当过？哎，梦奈也没当过吗？我不能当过，我跟你一起。你要先退出队伍，你要先退出。那我们直接随机啊！啊，有了，哎，有了，有了，有了，等下啊！哎。哎哎，你当过给没当过啊？好，爸爸，那换一下，爸爸。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再选一个，还没当过啊？20，20有吧？20有当过啊，20有当过。我是没当过。阿半团，发团，那我们其他人自己幽灵。好。哎。自己选。为什么变波波？经典，你现在。好，我现在。你要先退出。退拉。人家在按，然后你就在那边挤过去。没有团，那个磁铁，我的天。皮哦。奥西过去了，天。你要告他们，我都可以帮忙。嗯。准备中。你好吧，人生第一条，自己选幽灵，是不是？顶幽灵，下面，嗯，来喽，最后倒数60秒的时候会全体发光哦。好，哦，这个对啊，就这个啊，去找厕所。我记得有那个啊，阿米泡我们的鸡尾酒，鸡尾酒，那个西瓜区，我觉得西瓜，对，这在这，蜜蜂，西瓜，德比盖，是德比盖，那你们应该看不到我，躲在这你们看不到我。德比盖，是找不到真正的你啦。哦，真的。鸡尾酒还有在卖吗？我看一下。哎，有哎。我记得德比盖这边有一些很 OP 的点呢。啊！我忘记你是不给的，我是鬼。是不是想要嘲讽人家？我只想要开口说，哎，团团这边不是那样跳，那边有楼梯可以爬。搞错队友了，搞错了，要小心呢。这个不是走这边哦。
我忘了，可以相信吗？有没有相信你们啊？你们那里不不去啊？他们好像在一楼哎、欸。可是我刚刚看这边有人啊，哦，是吗？是吗？梦娜，是吗？梦娜，救命！梦娜，救救我！梦娜。啊、白痴！你收起来了，你可以看我的地方吗？我这里有东西吗？我这里有东西，我看看。他这里写说有路，可是很可怕。我找厕所。它下面是另外一个地方，可是它下面都是岩浆。哪里？哦，这里全部岩浆，欧岩浆。但只有一条岩浆，你周边它，因为它下面也是岩浆，就是它中间的东西。那我会被烫死，那我不要、啊。你要下去之后马上跳离开，应该可以。或者是你在最边边那个牌子前面那一格，应该没有问题。我不要。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我刚刚一碰就快要被烧死了。我刚刚说什么？那你刚刚好像可以下来，啪！波波，你在干嘛？没有，我带着鸡尾酒去找你，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不是想要接受团团的拥抱？哦、没事，让你变幽灵可以看更清楚。谢去喽，这美好的地方，谢喽，谢喽。我记得他这里还有好像厕所可以游到很外面，对啊，没错，就游出去啊。我就是在游，猛烈的鸡尾酒，什么爸爸？什么？那个喝酒，自己在开喝了。我在哪？我飞起来了。哈基，嗨，不用蹲了，全效果啊，爸爸。不用蹲。哦，对吼，好吧，一起死。不是你说一起死，那你去送死，然后跑来找我，不是吧？没有啊，不是啊，我怎么找你？我怎么找你？还没办法找，还没办法找。阿玲，你干嘛蹲跳？你在干嘛？阿玲，阿玲，哎，好好看仔细哦，爸。装配发啊？哇，你要再想一下，哇，你刚刚那里有人，爸爸，你刚刚那里有人。我这边有人。爸爸，再想一下，你再看仔细。你看他在嘲讽你，他在整装爸爸，他在整你，爸爸，你在想一下。啊哈啊哈啊！这是你跟他的 battle， 又 battle， 苦到你哦！那团团也来了，喝一下，干一下，哇！很近哎、欸，爸爸，那你要搭配东西一起吃哎、欸，不然你会一直吃东西，你要一直吃东西。啊，你力气效果有开到最大、啊？哦，没有哎、欸，开一下，开一下，开一下，爸爸，你要开。那刚刚到现在有看到例子吗？没有。哇，那你游戏有点难吗，爸爸？那你这里也太难了吧？是我哎，是要全部对不对？对对对对，显示有那个例子，然后全部找到了。我看看。我只看到我身上冒泡，对，就是就这个，就是这个，那就是对的，那你也会看到，对，对，那你你要再拼一次，你要再拼一次，啊，这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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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里，我面前做那个盔甲架的东西的话，整次框都打掉。哇，好可哦！哇，而且他还站在哈基面前待了一下下，然后就走了。走一下，然后就跑掉了。好可哦！不对，是谁啊？谁发？是什么？发光？那个水，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喷水池，踩到就会这样。你刚坐着进来了，问句给吧，崩！啊，最后60秒了，这位置好扯哦！哦，二零，有人在晃哦，有人在晃点哦！我会去，老板是要对决，这是要加金还是要扣金？让我打一下，让我打一下，老板，员工要发光了，快跑！员工不要再看了，快跑！员工，我跟你讲，要发光了，60秒要发光了，打一下，60秒发光，往楼下走，往楼下跑，没玩错，哎，我只看到自己啊，哎，对不起，哎，看到了没？看到了没？看到了没？都发光！爸爸，你去买鸡尾酒，你去买鸡尾酒，鸡尾酒买鸡尾酒，那边，赶快跑啊！阿旺，发光啊！阿旺，有了，我在跑了，发光啊！二零快跑！二零还在拼，是我们三个，
不是啊，不行啊，完了，走吧。这条怎么上去啊？他上不来，他没办法。这里你被发现，快跑！没办法。你不行啊！啊，他发现了，可以他被烧，他被岩浆里啊，是会烧死啊！我不会啊，可是为什么啊？等一下，哇，你有什么东西？我什么都没有，很多空瓶子，空瓶子，你要怎么过去啊？那里不是有鸡尾酒啊？我有鸡尾酒，你忘了？忘记在哪里买了？我还想说，我还想说，爸爸还在嘲讽我嘛？喂，我手上这个不晓得是什么、啊。哦，那个也是一个跑上去哦。对，那个是跑酷上去的哦。旁边可以跑，就哦有，我刚刚好像差一点，就已经看到你差一点，因为那边我把那个栅栏给关起来，嗯、然后让你误会，然后你走里面。可恶！哎呦，好可怕哦。躲过一劫，所以感觉60秒发光还行哦，还可以，还不错啊。我跟你讲，这张更行哦，地狱，我记得地狱超小，很小啊。地狱是哪一个？黑黑的，黑黑的，发发连续走起，发巧。哦，这个对，很黑。哎呦，这边跑酷有没有奖励？跑酷有没有奖励？完了，还有加速，不好跑。哎呀，太滑了！完了，他们要出来了。啊，我还想跑。哦，发，这边冲！完了，没地方了，没有看到，已经有看到有栗子了。反头！有看到！哎，这有。不是里面真的有开有开，图有问题。我哪里呀？你太快了吧！我还来不及上去，完了，你们比宝宝还不如了。可是这里关门，可是我觉得他很想死啦。哇，有我在跑酷点，我跟你讲，这个老师教的好，我在跑酷，我超级跑。干嘛呢？有些安呢？哦，那个顶头哦，那你哦。所以你说你的老师都教这种、欸、这我以为你不会看到，对吧？火眼金睛啊！哇，我终于有游戏体验了。我们老师都教我们最好的东西耶。嗯。哇，怎么办？我们被他嘲讽了。嗯。要吧。不至于啊！他在对面，上面吗？我看的这个方向，刚才有粒子效果。哎呦，哇，这么会跑，那怎么跑？对啊，怎么跑？你要先爬高楼梯，然后他最后一个是你。还有孟娜，还有孟娜，这个家伙我来看。对，好像要从这边上去呢。对，没有，要从右边那边。对，没错。这有一个效果，那臭嗨嗨呢？这个旁观者真有趣。我好像又绕一圈了。我觉得在这边不错哎。哎，你这里很，这里很棒哎，有点强哎。不过我觉得这里偏过分。哎，你说我吗？不是，没有，我说我。哦，吓死我！我看一下你。没事，反正我等下发光。还有，哎，你不要，还有200秒。对啊，我觉得这里应该有地方。没事啊，那边走的是对的，你走那边是对的。没事啊，60秒，没有人会活着啦。你怎么都知道？他很扯哎。啊，我就在那边看着你啊。真的。这里有人呢。确实。有人被烧到了。烧到会死。应该是孟娜哦。嗯，怎么是我？奇怪，这辈子有灰呀？奇怪，怎么有灰？那有灰。灰。疑惑。怎么会有灰嘞？哇，我们被嘲讽了！这个灰还倒下来，嗯，怎么在这里？对，那边有一个，下去了。哎，哇，突然变超球的。看一下，有游戏体验的哎，还荒点我们呢。哇，厉害了！躲在岩浆里面，粒子效果充足，看不到。哇！
哇，有吗？有吗？有吗？这个我封手，我封手，你进去找，你进去找。这里，这里。不要按到那个告示牌哦。他在讲什么？有有有，梦娜梦娜，怎么可以？一个人追着追到另一个人去啊？对啊，你们追错人了。突然就换对象，被加货了。加货卡，我靠！那爸爸，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是站高，然后有没有六十秒，我们就可以直接补货。好，哇，没有烟火之类的吗？减十秒，不，你还有三十秒的烟，要不要先讲一下？对，你先说一下。这边是老师教的好，我才跳得过来的。所以前面两次，失败就 对。你老师才刚说要站好高的地方，你刚好就站在这边，对。哦，对，刚好站在这边。真的是你老师讲的哎。老师教都有在听，他还在上面啊，就是我刚刚看的电视。你被盯住了哎、欸！我被妈妈盯住，剩两秒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啦，等一下，好了啦，全部发光，好了。还在奇怪的地方，哎、欸，不，你先上去，你先上去，我上去，好了啦，还要准备，还要准备了。哎呀，你在干嘛、啊？你还不知道、啊？好冷啦！哇，我还以为你在更上面。没有，那边上面就跳不上去的哦。好冷啦、哦！真的，好冷啦！地图，地图从一开始他刷爆。不是，我在逛地图，怎么逛一逛就有人跑进来了？上面可以掉下去的，呜，瞬间抓一堆。好冷啦！接下来洞穴迷林咯，好哦，团团跟波波 啊，是不是很多丛林树的那一关？特别的那个 啊，这一关啊，这个都是整他们的，整他们的那个完了嘛？这个、啊那個、跑酷跑酷有没有糖果屋？跑酷跑酷，躲在那个蜘蛛网里，躲在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是被移掉了吗？你说生怪砖吧？是吗？蜘蛛网。还在啊！等一下，鬼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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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这里啦，白痴！糖果屋！阿旺，我们两个好累啊！啊！阿林，阿林，阿林，我直接躲到他的点呐！还有一个好 OP 的地方哦，我上次有躲一个 OP 的。哎、欸，我听到有人玩那个，看一下吗？那个是我在按的啦，那我在拉的，我在拉拉杆。不行啊！我把村民打死了。就是走一走，然后魔王直接从前面冲出来，这到底是？哼、啊！那你们幽灵要不要来一个很 OP 的点？感觉很酷哎、欸。什么东西？我好骚！你又不是幽灵，你是人，不是？我是你的小幽灵。哦，这里还有地方哦。地躲很安全吗？这里我不知道哎、欸，这里感觉被抓就死了。可是你这边看起来，那要换个地方，你还好酷哦，检查一下看看这里什么、哦。反正他们也还没找到你，所以差不多。嘣嘣嘣嘣，这个上面。我记得我上次躲一个很猛的点，有、欸、没有？哎，可以吗？可以吗？二零，你怎么笑成这样？不行，哦，不行。哦，这里没有。哦，他把你还有一个线，所以想说这是干嘛？哦，所以他是不让你那个，不让你出去。对。哦，好吧。哭哭。我死了。这边我上次有躲过啊。这可以上去吗？是波波点。没有没有，这边不能，这边出不去啊。上次就出不去啊。好扯哦！重点是我们这样说，他都知道了，好扯，好扯！你要抢啊、哦！太夸张了，因为上次玩到最后剩十秒的时候，就一直在摸孔那边，摸孔那边，啊！孟娜知道你讲，孟娜，没事，我们都等六十秒。阿基有玩过这个，对，有玩过，有。有玩过。哎、欸，你手！我按到了，我按到，抱歉。哎、欸，我看到了。哎、欸，他被烫，
我去泡水。我们等，我们等六十秒，我们等六十秒。啊，我等六十。他在哪里？这好有趣哦！我觉得你靠自己在哪？等一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哪里。我玩过的，我玩过的，你玩过的，等六十秒。对啊，我记得 你都不记得你自己，都没有记得哈基玩过的。我记得你，你不是就是在允月后面丢一堆经验瓶而已吗？你想一下，你是忘记了。我真的忘了，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想想。这里吗？哎、欸！太好了！他骑在那个驴上面，在驴子上。重点是波波只看到旁边栗子香，我就直接走了。他就在那个驴上啊，骑在上面。哎呦！我想说剩六十秒的时候，我要骑着那个驴子跑了。警察直接骑驴，有人直接绑架驴啊！绑驴，来喽！最后这个是生态探险最后一张地图。嗯嗯，我记得是会摔死啊、有吗？会吗？不啊，就丛林啊，有一些上面可以很高，丛林很高，繁星跟二零零哦。繁灵，繁灵来啦！啊，对这个，对，我每次玩这张都会当鬼、欸，很猛的地方。这个是去哪儿啊？哦，现在石头好像甚至可以跑到屏障里之类的。在丢树上那个在丢，看到了，看到了。要那个，要先爬上去，不知道有没有锁起来。有没有人笑成这样嘞？好紧张！你那边可以出去吗？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哦，你出去地图外面了。对啊，我已经离开了。嗯、啊，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哎，不玩了，不玩了。我还在看，还想跳。谁呀、啊？你可以跟我换。下雨哦。他应该可以接这里哦，他帮我踩一下，我帮你踩，我帮你踩，嗯，他就在，他就再来，知道你是因为走，狂丢哎，我不会，我跳不上去算了，哎，二零呢？哦，你二零在看。哎呀，二零是挂机，二零是偷挂机。啊！又在嘲讽，又在嘲讽你。哇、哦，好强哦！你在嘲，你在嘲，哇哇哇！真的成功了，很无敌的吧？阿俊，阿俊，阿俊，你被洗头了，二零，你被洗头了。阿俊，阿俊洗头。哦，这里是。哎呀！你能想象，你能想象？阿俊，阿俊，阿俊。嗯，你要想一下哎、欸。完了，他是不是？是不是有人在学？疯狂嘲讽！我帮你们撑很久了，你们快躲起来！有你撑好久，玩倒了，玩过头了，要再撑六十秒了，各位，好难哦！我看到这边呐、啊。好胖哦，波波！被抓了，被抓了！自作聪明，我好胖，我被看到了。没有，是你自己跳失败，你还好意思啊？他根本打不到你，还要掉一圈才有办法。然后你自己掉下去，他这边打得到吧？没有，你跳回去那里就打不到了。哎、欸，梦娜都你自己跳失败啊？你自己跳失败、啊？对了，我跳失败了。你有看到、啊？他死掉了、啊，看得到、啊。两个在干嘛？我死了。哎、欸，这个是不是就打不到了啊？啊，打得到啊！之前不是有那个？没有，这还是打得到，就瞧一下就可以了。哦，瞧一下。可是就可能要最后了。还六十秒嘞。对呀、啊，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们两个要不要想一下？这边要想啊！你们要有没有想各奔东西一下，分开，对吧、啊？僵尸片，僵尸片推下去，
哦，你这个坏的。反正总有一个要死、啊。你有想过，如果他从另一边直接是两个抓，也是呢。我们至少可以活一个。六秒，三，太难了，太难了。全体发光，哎、都在墙壁里。哎呦，你这边，你那边。哎，这个进不去，这个进不去。完了，你不要有办法。那个，我以为那个可以有地方。这怎么进去啊？我真不知道哎、欸，这个吗？哦，哎呦，哦，底下这是另外一条路。哎、欸，这个，我真不知道发发这边怎么进去哎、欸，上次也是这样子啊。有人绕一下旁边，不知道怎么走。哦，树上的屋子。二十秒，二十秒，哎呦，阿王走进去，二零走进去了，但是二零只抓到一个，没有抓到另一个。发发加油，发发，有没有这一边的发发？十秒，不知道啊，这边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啊。路不是这里，对啊，在这里，不用了啊，你可以抓到。团其实就被抓到了，路条路路是那个209那边，他那边有两条路，对，你可以抓到团，一定可以抓到八，太强了，因为你不知道八在那，哎呀，一点啊，我掉下去了啦，太皮呀，啊，自己跑失败，嗨嗨，啊，在干嘛？啊。然后最后换回去一样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对，好的，偷偷去个厕所，不用再生了，不用再生了，耶、yeah! ！厕所，我一开始也想去哈基呢，还去找，就被抓了，那就狂点呢。拉斯多，哦，一来都是发的头，来啊，波波，好玩的，他不是厕所，他去厕所。今天天气也回温回太多了吧，好热哦，热，好像从明天好像又要变冷的样子，降八度又要变冷了、嗯、今天高八度，明天降八度，对啊，昨天是你高音，明天是你低音，哎呦，什么李包恩，李包恩哈，有啊，现在在马拉松啊，要不要看，那是日配哦，不要逼我，我等下白拍手给你。OK， 白拍手可能要三月三号了。我不过我最喜欢哪个模式？还要问吗？你不是直接到我不知道啊，你选呢、啊？你不是最懂的吗？你不是最懂的吗？哎呀，哎呀，你看每次我们不想玩，都是逼我们玩的，给他选，他就说一定要。没有这个模式，他就吃不下饭，他就睡不着觉，吃不下咽。哎呦，我们今天九个人哦，嗯，所以一 v 一首领这样子，大家也有机会躲过一切，好不好？好的，努力的躲过一切。一 v 一首领啊，那也是随机，好不好？波波是随机的，你知道随机哦，嘿。然后还是你要自选？没有，那种随机很棒啊。哎，对啊，那你哦不行，他只能对啊随机。我原本想说你自选，然后另一个随机。哎，说不定哎，我们没试过，你要不要试试看？可以试看看。就是你点蓝，然后我们还是挑随机。好，你试试看。说不定其实没有，嗯。那我们就来，你想要哪个地图？我们去那个、啊、那个地狱那一张，地狱 那个叫什么、啊？那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九个数字，你选一个。八十二。欧风村庄。欧风村庄。等
哎，随机产生，请不要先选蓝队，就你哦，不让我们玩哦。谁啊？作者还会呛哎、欸，做人真难。我原来他是金太，这次有小更新，谁进那么多啊？所以我们就看看，好像是我哎、欸，一千人都是有剑，喂，有剑那个一下都要被抓喽啊！不要啦，不要啦，露娜跟发发，哈哈哈，干嘛？对不起，你砍阿汪啦，真的啦，你砍阿汪啦，不要砍我，为什么是我去砍那个讲话的啦？应该我砍过吧？我不行的，不对啦，你不行呢？你不行了，你不行了，你来底下，我干嘛？哦，他们两个各占据一位，不要啦。感觉可以哦，就是有人在躲藏，躲藏，不要躲藏你自己。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唱。哎、欸，我是什么队啊？啊，我是蓝队队。爸爸，你没有办法吗？哇，加油嘛！两个人还要分身哦。哦，你干嘛在看回头看？跟你有啊，我在找发发，我不要回头看就没事哦，真是。怎么没有人在这个豪华别墅里面啊？八梦。爸爸，你看，波波都不愿意跟你同队。爸爸来，我带你砍我，我带你去找好料的。砍他，直接砍他，砍他，直接砍他。哎，我的道具都没了。砍下去。哎，指标会没有哦，你小心哦。换队会没道具，换队没道具。啊，我的道具还我。哎，你怎么在这？包围我。哎，发发我的救命剑呐！我要发泄，气死我了。干嘛？我们都挥不到，我们在干嘛？不然你挥不死他啊！只有我们两个努力活着、欸。对啊，挥不死你，我在干嘛？我要走开。没有半分钟。对，挥不死你。做梦了，他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这。你走的啦。我假装一下嘛。哎、欸，2020，什么？你们用同队、欸、啊？不行、啊，他头目，你会死，你死了，你死了，你真的死了 ！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我的天！哦、你看波波在吵，我有这一把、哦，不要哦！我警告你哦，我有这一把、哦。我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OP 呀、啊，哪里呀、啊？他、啊、救我们好，好 happy 哦！哦，你们在哪里呀、啊？真的，你们先两队打架啦！我说，哎呦，走啦！发队在哪里啊？发队气势如虹哦！我们成为十年发高。阿汪又换了，阿汪再倒一次就没了，团团也是。你在哪？我没有，只要波波是打我。哎，讲的好像我，弟，我不行了，阿弟。啊不！啊团团。啊，团团没了。对啊，哦，你怎么在这啊？不可能，因为我还活着，你知道吗？啊！哎、欸，那你会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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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死。那个波波跟爸爸来过好几次。哦，真的假的？这边正在那里，最上面你还这边问说，哎、欸，高楼怎么没人？没人理你耶！真的没人理你吗？我没有看到。打他蒙了，打他蒙了，打！要了，我在跑了。那加油！那你是有速度，不要打别人，打他们俩子啊！打你前面那个哦，发！孟娜，给洛四方加成速度哦！加成速度，你哎、欸，我要死完了！哎、欸，白痴！快跑，孟娜有速度啊！哎、欸，我好像再死一次我就要死了、欸，没有，还可以再多打一次。孟娜，我先砍波波，让我先砍波波。然后你等一下，给你、欸，不行，我已经被你砍到没血了。哎呦，现在4-4哦，4-4。哦，你是首领呢、欸？我的天，我怎么现在就死了？我呢？救命剑吧，救命剑，一刀秒。别哎、欸，砍波波，砍波波，蒙娜，蒙娜，你砍波波，蒙娜，你砍波波，你刚刚抓我，回来，砍我就赢了。砍我就赢了。阿布，波波在哪里？
我在你心里给你小星星。啊、oh. 是的是的是的是，孟娜孟娜孟娜，回头回头，孟娜，怎么大家回头回头，都是四四四，阿王啊，可以吗？可以吗？啊啊！四对四对三，四对三，四对四，快加入啊！快加入啊！20，20在哪？快过来！跟谁谁倒都是一样。哎呦哎呦哎呦！啊！爸爸，你看，你不能相信这群人的话，他们都是坏人。是你在爸爸那一队，你为什么害爸爸？对，是你爸在上面两个人在那边晃来晃去。所以你们到底躲在哪里？我真的没看到。角落，我就躲在那边的角落。角落，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着你。我觉得那个、啊、上面别墅旁边不是有墓园？墓园的后面墙壁上没人发现我、啊。你不知道我跟哈基在哪是不是？对，去看我们的 VOD。来啦，换别的，换别的。宣言起来咯，哦耶，好好好，要去找香香咯，养小猪咯，香香香香一样有强制的哦，强宣随机抽取地图，我都要不快死了，记忆空间会不会有点可怕？哇啊，那个啊，未来城市会有那个踩到的。来喽！哇，有天上走，一路天使啊！场外先打起来啊！大家都在触发警报啊！是什么？肯定的嘛！宣言，宣言，宣言，宣言！找香香，到了宣言就过分。哦，这是谁？是我没有，就你害的，没想死。找香游戏，我会砍人。游戏，波波有一个，波波有一颗，你也有一颗，我两颗，波波只有一颗，你说一颗，波波只有一颗。小猪，哎呦，小猪是干嘛？波波小猪，哎呦，我是大猪，大猪你好好、哦，你是大猪，我对不起。大猪，我就知道你想讲什么。海呀。哎呀，我是还珠、哎、呀，那你是格格吗？格格，图啊，波波。哦，大家都是土匪来着的，那个箱子完全都是空的，我的天。对啊，你也是啊。我只开一本。不是拿两颗了吗？我只有一颗、啊。你刚不说你两颗？不是两颗。你刚说你两颗了。我被你骗了。骗子，说话都不可信了。他说他是大猪啦，大猪。哦，大猪、啊。这个我信，这个我信。还珠公公哥哥吧，公公公公吗？还珠果果，还珠公公，他到底是哥哥还是公公？等下箱子不是重置了吗？还珠公公，怎么这么快？公公波波，有公公，有203颗，203颗，还有一点小，太夸张了，还有些任性，啊，还有一点胖胖嚣张，哦，要准备那个喽，要被强制喽，哈哈，会是谁？是那个姑娘呀，感觉不容易，是那个大猪呀，你就是那个大猪，啊，我大猪，我大猪，不对。我看到了，阿王，我看到阿王吗？没有，刚刚在中间附近。我操！哇哇哇！翻天高哥，翻天高哥，砍他！高哥，被抢了！想说怎么叫那么大声，然后你消失不见，看到你在我眼前。眼睛在我眼前，你不叫就没事了。我不知道我原来是隐形的。对，一开始会先隐形一下。哦，发发一颗。我先说，我带走了三颗走了。发发一颗。你叫破喉咙，大家都来了。是我太意外了，居然被抽中。嗯。因为团团说的啊，大猪。哇，好扯，好扯！重置，那他都很夸张哎，重置没东西耶，什么东西？有机会啊，两个箱子是空的，有机会。他空中有箱子，对啊，你要想一下，这是未来城市哎。哦，波波来一个，波波来一个，
等一下，我被偷东西了，我的天！我捡几粒？捡几粒？太坏了！不要死我！哇呀，你超像王彩华的、欸。太囊取物哎、欸，我的天！太囊取物，囊吗？没工厂，你是我的囊中物啊！得囊取物，要那个喽，要箱子喽，要小箱子啊！来，对啦，两秒，一秒，是谁？彪彪彪彪！哇，你少一颗哎、欸，你现在发亮哦！谁刚刚有看到他？没看到。没有。啊，在中间，正中间，正中间，正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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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包围包围，你应该有道具吧？他在那个中间，哇，完了！这个怎么有看到了？看到了，有没有？亮亮，还亮亮！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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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要躲多久？还有三十秒五，三十秒五，砍他，砍他，砍他！哦，嘿，你好，哦、这个钻有没有道具？嘿，加速啊，波波，爱心爱心。然、欸、后怎么看到你的头颅在飞？就是留给你的加速，真的哦。巧克力的头怎么是平行的啊？为什么？怎么了？他怎么了？我怎么没看到头、欸？我看巧克力的头是在的、欸，头哎、欸，为什么？那我头在哪就会看到那个鬼在哪了、哦、监视器监视器哎、欸、没了我没了我没了我已经了没了没了二零跟哈记哦二零跟哈记哦为什么二零也有这也是最后的时间哦活着的也可以集资哦你要不要集资一下对啊没了吧哈记哈记哈记被砍了一下哇哇哈记哈记哈记哇哦差一颗来不及了，好、啊，箱子要没了，两秒一秒，没有箱子，没箱子了，你们只能找二零了。还有一个哎，背头，还有一个哎，二零背头啊，我拿箱子，这里还有，我拿箱子背头，你放在箱子里啊，不行不行，看，没有打不开了，打不开了，走了，嗯，完了，二零在这，二零超远。好远，好远呢！我给二零发光，他们也看不到。看得到，但超远嘞。斜对角，嗯，高歌离席，就二零是躲过的。我们全部都是用砍的。我还有人有加速啊，怎么不讲武德、啊？哇，没办法，因为一开始有人抢我一颗啊，所以我就想说加速留给他。不是我好吗？绝对都不记得是谁啊，因为我们都不记仇，只是记性比较好，是不是？只是留着道具而已啊，对，刚、哦、好刚好留着道具。耶、yeah. ，探囊局，我刚刚明明就已经两颗了，打开箱子应该是第三颗才对。我看下一个箱子，我剩两颗，你抽两颗。那我们换一个地图，一样这个、哦。好，好，购物中心，我都要疯了，我疯了。哎呦，购物中心，哇、哦，购物中心很能，这很能躲哎、欸。嗯，啊，我以为是四色商场，阿基在那边上上下下，上上又还还，挺好玩的，上上下下。阿基都喜欢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左左右右。那空的啦，那空的，我不信，我不信，香香，完了，你养小猪？没有，那空的啦，你养小猪？没有啦，没有啦，小猪探囊取物哦，我的天，探囊取物，探囊，很难念呐，没有连续四次都是空的，对不对？很难，对，连续四次都是空的，好嘴哦，我的天上疼疼。团团三颗，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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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整天都空的，空的，团团三颗，团团三颗，我要去看你现在 VOD 了。你看我，二零有一颗，二零有一颗。好，继续，我要去 ghost， 我跟你讲，受不了了。怎么，二零你不止哦，二零有两颗。你千里眼，会摔倒。千里眼。哎呦，不行啊，这个完全不知道箱子哪儿。你问团团啊，他最厉害的。你 Bobo 呢？我紧张，几个箱那么快。啊 ，Bobo 一个了。我明明那个箱子还没看到。哎我。摔得好疼啊！会摔死哦，会摔死哦，要小心哎、欸！对，我决定了。哦，白金啊！我看他等一下谁发宣言我了，我决定要去找那个会宣言的。会宣
那不用看了啦，道具更好。不会啊，不会。你宣言的话，你会回。哦，宣言会回一次啦，但你不要在宣言之前就把自己摔死了，那就没了。我大摔特摔，摔到分手。没有，你才扣两个，发发一个。你才摔一个脚妞妞，我们就摔断腿。发发，发来这里。下面，在下面，最下面，黄色，黄色最下面那边隐形发，隐形的在开箱。没有那个，我看到那他在红色，红色没有，你是红色、啊、你是随机，红色在他在走廊上，他在走廊上、啊、你没回血哦，没有回血，哎、欸、没回血、哦，没有回血，哇你好狠哦，之前有回血，还是八血走过来了，因为我走不掉了，我没血了，作者出来说，好可怕哦、等下作者说本来就没回血啊，怎么办就没有、哦。怎么办？哎呀，记错了！哎呀，没有每次都回血的啦！对不起了吧？哎呀，哎呀，那我要跟着巧克力走人。没有每次都回的啦！不用，不用，哎呀！巧克力，204颗了，204颗了，一下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这张图真的好大、啊，这张图真的很难炒、欸。没有，我一颗啦，我一颗。你屁，你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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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放屁。看一下医生的，是我真的是开很多箱都没有，我很可怜。嗯，你放屁，你开的都被波波抢过了。对啊，我现在才开两，才找到两个箱箱哎、欸。啊，你两个都有啊，对不对？没有，我两个都没有。哦，你哦，不是只有两个箱子没有吗？对，好被我找到，真的啦，真的啦，相信一下。哦，我既然这代基金在这时代 ，no， 不过不要恭维，但是这人就实在哦。最后一个人哦，会是谁？2020那边的二楼。哎，我没看到他过哎。你没看到他过？黄色区二楼，刚刚他曾经有在这附近。20，他记刚刚他曾经有在这附近，不是二楼的。20，你是不是在玩电梯？我刚刚台湾狗眼，不是电梯那里，是另一区。电梯，是电梯，电梯，电梯。林老师从宽，嗯，或许会放过你。嗯，或许黄色。偷偷跟我说在哪楼？他说黄色三楼，黄色三楼。你偷偷跟我讲，我让你十秒。他说放屁。敷衍，放屁！哦，你敷衍，敷衍！啊，追追追追追！哦，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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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谎哦，我没有说谎哦，我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哭啊！好可。阿纪，你知道你刚刚在走往前大概5公尺，你就可以看到他了。繁星也宣了，大家都宣了。我没有。没有集资，有没有集资？我差一颗，我差一颗。阿纪有没有办法集资？阿纪，我给你，我在这，我在这。你在哪？光大，你有吗？有什么？你们在哪？你们在哪？集一下，集一下。我在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那多少？要放在箱子，要放在箱子才可以。谢。然后他把手走了，黄色珍珠音调有吗？你就不要，你就不要被打下去啊！对，爬好，他在上面救救我！快死啊！你好坏哦！男人的嘴，我想说他们什么集资是怎么是什么可以看到他们还是什么，我就直接被骗了。他有
给你，你怎么给他了？我想说他是极致啊，那应该给谁都没关系吧？是没错啦。对呀、啊，没错、啊，是没错，只是谁要逃而已啊。对。哎呀，太可惜了。面子。再来，候选人。天天候选人，候选人完了，完了，要候选人孟娜，更不要相信哈基了，尔虞我诈。哈基砍你的时候，你要三十，各种尔虞我诈，候选人肯定要在这个哦，好，记忆空间两个候选人哦，好，会不会有 bug 嘞？第三个作者是有说修 bug 啦。那就看看啊，放屁！不要再自己被岩浆烫死啦！放屁！没有啦，我们找一个 bug 人，找一个 bug。小雨不在，一个人对。一般人 innocent，innocent。What the fuck？ 啊，怎么投箱子哦 ？innocent，innocent。干什么？你们找到纸条？打我！你们打我！看看哦。棒棒 ，innocent，innocent，棒棒，我很可疑哦。我跟你讲，我要去找纸条了。二零，为什么都拿着刀？二零，为什么都拿刀？我跟你讲，哈基快死了，哈基快死了，小心他，快死掉哦！我刚砍了他三刀，他砍了多刀啊？他抢我箱子，我不砍他，砍谁？乖乖的，乖乖的，哎呦！哈哈哈哈哈哈！谁？是谁？是候选人？啊！哎呀！华大不是说要砍你们吗？怕什么吧？好夸张啊！哎呦！我的天！繁星，嗯，谢谢你帮我报仇哦。但是你为什么要来追我？哎、欸，你看得到我？你屁股怎么那么？你眼睛很利耶、欸！不要啦，繁星，真的，我帮你补血，我帮你补血，帮你不会死啊！不要啦，不会啦，不要啦，你不要调情哦！哎、欸，你怎么跑？哦，你跑走了！叫我不要追你，又追你，你到底怎样？你很难瞧哎、欸！我认识的水瓶座没你那么难瞧呢。我觉得不好说。阿汪什么意思？阿汪你什么意思？阿汪是什么意思？阿汪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阿汪你什么意思？没事嘛，你吓到我了，哭啊！啊啊！哎啊！哎啊！哎，亲爱的，你怎么了？亲爱的。哦，这个加速好危险哦！按照他们的说法，怎么会这样子？哦哦哦哦哦，懂了，懂了，没事，不是啦，好混乱，好混乱，不是啦，好有趣哦，好爽。二零，你好像多好，二零我们多好，二零好像在准备。可以吧？哎！你干嘛？哦，我刚刚被夺走了。哦，我以为。太有趣了。水瓶座，怎么可以这样？水瓶座都不能信了，吃啥？肯定能信啊。我们人这么好，等一下，对不对？还有两分钟哎、欸，我们剩三个人呢、欸。对啊，就剩一个人呢、欸。加油！啊、我是不是谁是狼啦、啊？完全搞不懂、哦，搞不到头绪呢、欸。我看一下、哦，有一张纸，我 QQ 看哦。嗯 ，Q 一下。啊，你不是阿 Q？ 你不要打，你不要打嘛。我就躲在角落。你看。阿汪波波还敢再说水瓶座的坏话？水瓶座是最棒的、啊，水瓶座打死所有人， yeah~、他直接拿瓶子把所有人敲死。还敢说水瓶座坏？我们拿瓶子敲爆你们！我
借一个敲一个。无情啊！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躲在一个躲在一个箱子后面，然后谁来开箱我就去刀谁。我有看到，我开箱我把刀了。太过分了！啊、这是没有被箱子咬了。哦，这是没 bug， 这是没 bug， 还敢偷开箱啊？这游戏好难哦。我不知道那个箱子长什么样子，最后就很混乱，然后刀了一个，哎，怎么他也是候选人？然后就被反应刀。你们三个人都在乱来，各种天。后面有人啊。然后最后再一个候选人，换别的地图哦，雪地啊，雪地，候选人。恭喜！哎呦哎呦哎呦！谁？没有每次都在当候选人的嘛？对啊，没有每次都当候选人的啦。那我好，这次相信你了，真的我跟着你走，应该是你的味道，我跟着你，我跟着你。好臭、哦！波波你还臭啊？哇，谁拍我？我这边好扯哎，好扯哎！我脸臭，我的天哪，直接剪！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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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爸爸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你干嘛？你在开箱，太渣了！太无情了！我不出去，刚刚的太无情了！发在哪？发在哪？你可以反刀，可以反刀他，反刀他！真无情！掠夺身份，掠夺！啊！我发在哪里？哇！上一场不是我刀你的，你记错了。你们就是你在这里。哎呦！哔哔哔哔！哈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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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在干嘛？啊！哔！哈基真的啦！你这谁？这谁？这个隐形的家伙摆在你后面！哈基打他！哈基在干嘛啦？我在玩啊！哦，你说各种灰是不是？对啊，看谁会把我打死啊！那我要各种灰。一般人波波波波还是乱打人啊波波，很混乱，对，很混乱哦。为什么？为什么？啊！哎、到底会如何呢？你超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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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团团团呢？阿基还在你，他不能说了。爸爸打好一般人，我要故意假装是磊在乱玩。你为什么要乱来，爸爸？好扯哦！我以为你还是……那我要说咯，各种骗子啊！我查到阿旺是坏人。然后你也可以躲猫猫，躲到最后就是你的。阿旺，我看到你了，给我出来，小狗，小狗过来，小狗过来。黄乐，不要，狗。哇哦！哇，不同方向哎。他下来的时候摔了一下。以为是小狗阿旺，没有啊。比特犬呢？比特犬。是比特犬吗？好恐怖哦！最凶的，最凶的。有20在收集道具了，他好像他宣言了，成功了，他绝地大反攻。原来这游戏是宣言模式啊！怎么候选人都这么鬼啊？完蛋了！请问是老板跟员工要升一个吗？啊，你哪会无去啊？我哪会看无你啊？你伫倒位？哎、欸，你去哪了？你问谁？你问另外两位啊，另外两位啊。哦，我死了。我没相会。有缘再相会。找不到人呢、欸。各种想象力哦，想一下哦。我告诉你，是你们四个人哦，你们自己想哦。好，他在雪地露营区。我也在雪地露营区啊，白痴啊！不讲，整个太透了啦！哦，太透了啊！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还是在记忆空间呢，我的天！
对啊，最后要变成候选人才是获胜的哦。二零，二零，你就来，你来，我等你，我等你，我等你，金光闪闪的，好丑哇！哦，是孟娜了吗？嗯，哦，你声音团可能是候选人。对啊，他是很久了，是吧？孟娜，你要再想一下。对啊，你要想一下啦。你们三个人呢、欸？你们三个有两个候选人呢、欸。啊，刚刚是他们两个吗？刚刚有是团团，你要再想一下。阿旺，哎，他在那里啊，去打他啦，去打团团啦。好哟。哎呦哎呦哎呦！哇，一个七西瓜哎、欸！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这个哎呦哎呦！哎呦我不能说，不能说，现在好好看这个场三人对决，哇哇！可恶，剩下20多秒，可恶，难过。最后50秒，所有人发光，所以是持续发的哦。所以可是他没发了哎、欸，因为倒了，死掉了，那也好啦，你可以暗杀哎、欸。暗杀。完了，这样子的话是谁赢、啊？你也快要没时间喽。那应该是不是我赢哈，对不对？对，另外两个，你只要暗杀成功，没有了，没有了，我有200金色的剑。我想说要把它弄掉，很贱。阿旺那时候应该没血了，对不对？我对我跟繁星打完之后，我只剩一颗，我怎么跑？只剩一颗血了。而且原本孟娜圣剑是要去打阿旺的，结果团团过来。我想说要打死他，我以为你们会联合哎、欸，200，我有200。我还有力量，还有加势，还有隐形。好扯、哦，你什么都有耶！我什么都有。上场的赢家，这一场都输了。哦。好啦，辛苦啦，休息啦，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你给我出来！你在里面射，不可以射射。Q Q 啊，好啦，今天哇，我没想到今天人这么少哎、欸，平常鬼抓人其实人很多的、啊。好啦，感谢各位今天巧客团的收看啦，休息啦，还没啦，我的怪力任务还没解完，我们来解完怪力任务。啊。辛苦了，不会不会，如果要休息的可以去休息咯，待会是无聊的课题时间啊，要聊天的可以留下来继续聊，不会不会不会啦，其实这个还好，只是有时候砍人的过程会很手会蛮抖的啦，因为看的时候应该有感觉到很明显在抖，没办法，精通种子被满了，你还没那么早睡，那就留下来看啊。现在是肌肉课题了，哎，我开台前就打了，把那个打倒次数打满了。反正在最麻烦的是近身战呢、啊，因为健美跟刚猛我觉得很快啊。刚火力把国士无双真香，你会玩了哦？是你觉得说啊，反正就只要留19排起来就好了。哇，今天才宰不到4小时吧？和国士无双哎，对吧、啊？小雨应该是休息一波吧，因为毕竟从 FB 回来先休息。那隐月的话是那个第三季，副作用。啊，诺英我就不知道了，诺英是我猜想死去哪里了？啊，诺英嘞？这觉得他最近是不是怪怪的、啊？自从从 FB 怀着就怪怪的了他连走了，你可以走啊，你可以。好呀，在讲什么？怎么可以走呢？就是可以乱说话。阿佩连国都没有国，米菲也是第三季。是哦。欸、对，我差不多了。他一直都怪怪的，没有他变得更怪。
教主安呢、啊？阿禅安安，难得今天女性成员较少，不是平时早期阿米狗早期巧克团的阳性太重了。只缺东南九筒就来做个梦了哦。哎、欸，还好你一开始没什么按九种九牌，你会哭哦，会哭哦。好，今天本来是要找空档问巧克力说，因为我想说，如果剩下我跟他还是怎样的，我就说巧，回答个问题，我就不刀了你。那就好几次是我们可能就是他隐形，我砍他，或是转角就遇到他这样。他说：“哎、欸，你喜欢什么动物？”啊，对，阿长，你喜欢什么动物？你喜欢狗还猫？你喜欢柴犬哦？那会旺旺的我算吗？旺，延迟太严重吗？我感觉没什么。你不是柴犬啊？好啊，你看现在没用了。他、啊、只是问狗或猫而已。好啊，现在都这样子。哎，这就是没爱的。那是刚猛吧？嗯、啊？你被拒绝了？对啊。不能撩他了，你是教主，喜欢的等级不一样。不是，就单纯问你狗跟猫嘛？你看，就是有时候没有第一直觉回答那个，结果才全部知道完蛋的。这你跟巧的时候打算开撩是不是？对啊，没看到我后面开始在用机会，我想说团团剩下团团吗？还是什么的？得到二连。哦，不过下午没参与到的，我去看医生了，哎、欸，是真的看医生的啦，嗯、啊，没怎样啦，就只是，对，没有很严重，讲的什么东西，没有啦，就是跑去看那个皮肤科，哎、欸，然后那时候就跟医生说，来看痘痘的吗？我说对啊，然后就开始就讲了一大堆，讲到后面。我就说我想要打针，他说：“哦，你要打针哦。”我说：“对啊，因为痘痘有点大颗，而且之前打过。”说打过，那在这边打的嘛？我说：“对啊，还是你打的。”然后就这样子去，他说：“可是你痘痘看起来不大颗啊。”他是用看的，那就准备打针打下去的时候，他先用手去压嘛，去擦酒精的时候压的时候，哎呦，好大颗哦！哎、欸，不对，小雨在开台，怎么会这样？嘟铃铃铃铃铃。
你今天出伞音效吗？你今天出伞有音效吗？有啊。怎么了？什么意思？你没有音效是不是？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不是你说闪什么？今天出闪两次闪呢、欸，有音效啊。你要听听看吗？然后前面玩的都是先玩马里奥，那为什么他不玩？可恶！你刚刚闪熊跟盆栽怪没音效。你听啊，不是 SC 的问题啦，好友。你看有啊，还是游戏太大声。不是这个啦，白痴！谢谢番茄，要吓别人哦、喔。人家吓到别人在玩的。感谢番茄的十五块，白痴好不好？70次刚猛到底是在干嘛、啊？有了有了有音效了，你是认真的有音效还是靠腰看到问号了？想怎样？你想怎样？你到底想怎样？那我要带过来几次啊？一次三趟哎、欸，三趟就好了。其实刚刚他们说什么明天开始就降又回冷了，我是蛮开心的啦，不然今天下午开到好热哦、喔，34、35度哎、欸，好担心我的电脑、喔。还要近身战40次，我的天哪、啊！怪力，你有病啊！啊，还有那自爆74是三回啦！啊，趁着大大的把雷丘的打雷解决了，哎、欸，好好、喔，跟我们密室挂台，好，拜拜。大量，对耶，他必定下雨哎，
对嘞，啊、靠，怎么是这样？哇，你好跳哦！天哪，可是我太笨，太早解雷丘的任务。边吃夜宵，夜宵是什么、啊？你是从刚刚都喜欢打一些奇奇怪的东西，我刚好看到你一直被ban呢，要乖一点哦。先只是删除你留言或禁言你而已，然后后面就不是了哦。OK， 近身战。好，确认一下哦。哎，来聊聊未来的规划。没有规划，对，我晚点要去敲幽花，问他，可以帮我约第三季的这样。我那时候其实都说要多喝水还是什么，我其实那时候水也没喝很多啦，大概两个宝特瓶吧，第一季的时候啦。那时候想说他们都很紧张还是什么，就喝嘛，就喝完失眠，就三天只睡大概四小时吧，四五小时，然后第二季打完之后也完全没症状，就完全没怎样啊，完全没有无感，超无感。我是想要体验说到底他们的酸痛是，我就讲嘛，每次都有讲，到底是健身后的酸痛，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发现我没有副作用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失望，也太少。他、啊、那时候就说什么喝水可以那个吗？什么赶快把那种药排出还是什么鬼的，就大量喝水啊，就可以什么减缓什么的，然后就完全无感啊，打的当下手会稍微酸酸的，但是不会到举不起来，我还可以，我手还没转那个大车轮还是什么那种大风车嘛，转上一圈。啊，要么我老了，啊，要么其实我应该是有副作用，有没有？但是，可能我一直以来都是带着这个副作用在生活，所以才会无感。验证我是不是老人的时刻了。啊，我已经两次都老，两次都是老人了啊。小失望明明就不是什么
怎么说？现在跟你们年纪也差了十几岁啊，是不是阿长？你还那么年轻。你也老了，你还年轻哦，你比我还年轻哎、欸。我会说你老？没有，没这回事。你第三季打完要睡觉才来副作用，我的天。没事没事，好好休息。怪力任务解完，我也差不多要关台了，打好久。干，终于下班啦！嗨，结束连五，才连五天。哎，你时长多久啊？上班时长？你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其实也是一整天都在公司的啊？就早上可能十一点到晚上十一点这样子吗？因为眼镜行不是都很早就在开门了。但希望心不老，你说你还是我。我说。我可以啦，倒是我是对最近玩游戏或开的 S 矿就很迷茫啊，不然就是没有一个目标或方向，然后也不知道真的出去做要做什么。干，你要死了。一点到九点半，加上心理训话，大概到十点。十一点到九点哦、喔。哦，对啊，就其实每次上班，其实都感觉都是上十个小时的班啊。我之前在全联也是啊，七点就要到了，然后里面弄一弄弄一弄，然后八点才开门，八点还八点半，然后下班时间是五点。然后五点打卡哦，但是你可以，你要先打完卡之后，然后再去把你的卖场弄一弄，才能下班。有够靠腰的。这不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吗？我这边哭这个东西，你是服务业，可是你离家近啊。啊，所以咧，啊，所以咧，你可以找离家近的啊，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卖场的工作？来啊，你离家近了，来来来来来，你才不要，神经病对不对？你回家要一小时的时间呢，啊，你干嘛找那么远的嘛？啊，你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要住很远，要在那边找一间房子住，啊，现在又跟我该说车程很远，你看就这边该。击败人，没钱啊？对啊，你也都说你上班有一半的钱都是车钱啊，那你说一次嘛，你从你的公司到家里多少钱？来来，我通话了，我要call通话了。
你来回多少钱？你在搭车？啊靠腰，我就知道你在搭车，白痴！你搭车又不是叫……哦，你是说沟通话？对不起。那、啊、你来回多少啊？来回550。好，我们一天算你上班24天好了。我们派个26天，好，26天。来，小算盘，小算盘，小算盘。来550×26。哦，14300块。你14300块，你外面租不到房子吗？还是你就只是不想出去住？你上22天哦，好，那22天嘛，来来来来来，22天小事，那我们误会了他，来改成22。来12100块，可是你要想哦，你上22天班，你说你回家要1小时，不是来回1小时哎、欸，你这样每天就花了2小时在搭车哎、欸，你看你2小时22天，你有44个小时都在搭无聊的车哎、欸，你44个小时拿去看我的记录档不是更好？没有啦。那你要想，你这44小时就很无聊啊。你要加入秀秀该该叫啊？他们有一个叫嘎嘎该该叫跟西敏该该叫，你要不要加入秀秀该该叫？我觉得你不是尊龙会员就是副会长，好贵哦。可是我现在晚上除非加班，不然搭没，不然没搭计程车了。不要，哎，不是很贵啊。怎么讲？这个问题就是我那一天也跟你在聊的事情了啊。就你有你的理由嘛，啊，我也是都跟你讲说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子啊，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子过的啊。因为你要想一下，我当时这样子过的生活，那你是现在才遇到的话。那、啊、你现在搭什么车？公车、捷运还是电车？计程车啊！搭计程车也要小心哎、欸。我说司机要小心欸，不是小心司机，是司机要小心。哈哈哈哈。嗯，计程车更贵啊，他就搭计程车啊，因为他说在外面没车搭，只能搭计程车啊，没办法，没你搭到 VIP 了，什么意思？有折扣？那有没有去吃什么海底捞吃到 VIP？ 啊，计程车真机车老板，每次都搭到同一个，带到同一个客人这样子吗、欸？他会不会到时候跟你要电话之类的、啊？妹妹。
一个人呐、啊，海底捞太贵吃不起，不是啊，哪会贵？干你一个月这样搭下来，你可以吃几次海底捞？老哥哪有就有免费的工具人哦？你要想一下哎、欸，车程一小时的工具人很累哎、欸，累一个人还是要累两个人？好啦，累两个人我觉得值得啦。啊，还是有个方法，就是那附近有类似有啊，算了，也不要好了。想说找个那边住附近兔窝的人，然后好像也没有几个是自己外面住的。你骑车开车30分钟就好喽，骑车开车30分钟就好了。那为什么搭计程车要一个小时？你现在搭计程车，那你为什么不能通话？我以为你是搭捷运还是公车哎、欸。来啊，来聊一下。来，这我们现在深夜的心灵鸡汤，不是鸡汤啦，臭汤。要不要聊一下？聊聊你的见解啊，看我哪里不懂，你要来开导我。搭公车，你到底是搭公车还计程车啦？刚问你搭计程车，北兰，他刚是不是打计程车？破音，那气到破音。他刚不打计程车吗？啊，怎么现在又变公车？还是你现在是计程车的公车？那是娃娃车了吧？可以指定的，然后是多人带多人的。那是娃娃车吧？妈在骗！那你开扩音，我们来聊天。哎、欸，教主，嘿，繁星这样子，然后就会回头看你。回头看你不是他们认识你，是觉得你很吵，或是觉得你不会吵，是你很臭。不是我在回你，搭一个小时搭公车或捷运。你现在搭你我现在我在搭计程车，对，你在搭计程车啊，你妈你就说搭公车，干，按错技能，你赔我，这二连击要50000块，没有啊？到底你到底现在是怎样？你看你现在到底是搭计程车还是搭公车？那为什么不能聊天？现在是怎样？搭计程车都要那个轻声细语不能讲话是不是？公共场合请勿大声喧哗啊！要用手机请去那个外面聊是不是？打啦！哎呦，好凶哦、喔，好凶哦、喔，他好凶哦、喔，他凶我哎、欸！他说干，要不要打？凶屁啊！你现在怎样？路上凶我？喂喂。不是哦、喔，hey, 我就在搭车没。啊，我知道你搭车啊，你刚刚跟我讲捷运，啊不是捷运，说计程车，啊现在又说公车，啊现在又说回计程车，到底是怎样？你开计程车哦、喔？靠腰。那讲啊。啊。讲啊。不是啊，我现在就在搭计程车啊。啊，对啊，为什么不能讲话？我懒。啊，打字就比较好，没有、啊、打字比较爽，误会你比较开心。哎、欸，他的背好像我的意思就是会爆麦没？不会啊，哎、欸，你看他的背像不像苹果面包？哦，一包，对不对？这样吃哎、欸。那你丢了什么？我丢什么？我丢什么？你刚刚不是说你丢了什么烂招？我放错技能了，因为我在练技能。哦、oh. ，嗯，不行，我要把你的台关小声，不然我到时候一直回答你台上的问题。好，好，好。你会延迟很久吗？不会啊。
还好啊。对啊，只是我觉得你的问题问了两次，我觉得智障。很吵，对不对？对。不是啊，而且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好恶心。你也知道，对不对？对啊。你知道每次剪精华剪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多痛苦了？好恶哦、喔。对不对？幸好我没有这么困扰。啊？我说幸好不需要。你要不要想一下啊？繁星情趣用品的事情。哎、欸，那几年前。三吧。啊，就有人搞死啊啊啊！在开台哦，而且是闯进开台去，开台频道，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我就在 DC 的开台语音频道里面。他们写的赖服了，你就直接闯进来，嘿，教主，我也在开台了，啊，在开台哦，骗人，我好去看，哎、欸，真的哎，然后就离开，塞啦，没有吧？你关麦啊？你那时候是关麦，啊，你每次没规矩就离开，哪有没规矩？你那时候一被戳破手就马上关麦，好不好？你在说谎。我没有，我没有，你看熟悉的，我没有。好哟，等一下，红绿灯那边停就可以。好，不用。啊，快到家了。哎、欸，这是我刚忘记关麦了。嗯，你刚关麦啊？哦，你是说红绿灯停就可以了，忘记关麦是不是？对啦。哦，好的。啊，前面是不是？啊，收你150，太便宜了。收你550，太贵了。收你230。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有 VIP 还不行？不是，他有折价券。哦，真的哦。真的啊，拿到折价券，那你那一笔车费已经是扣过折价券的钱，还是没有原价？嗯、啊，我当然是跟你讲没有扣过的。哦，这样显得说你比较大、比较贵、比较爽。你老子就是搭比较多钱啊，你搭得起吗？穷逼那个！哇靠！哇靠！那个小妹妹啊，你还记得吗？是我妈妈从迪士尼买回来的，你们有吗？穷逼！那啥？啊，你没听过？是什么？一个很爱炫富的小妹妹啊，是从包包，这个是从法国买回来的包包，你们有吗？穷逼！啊，你真的没听过？没有。喂，你去找。谁那么有钱？我也想要认识一下。不是，他是很早之前的，有七九年前的吧。Oh. 他已经很老了，很老了。你当时候应该还是国中生的时候。真的假的？对他很久了。他缺女儿吗？我可以捡他不要垃圾。可是他那些手表、包包那些看起来是地摊货，你也要？哦、oh, ，那爽。他就是在那边炫富说、oh. 这个手表啊，傻眼。对啊，而且那个包包怎么看都是那种儿童玩具包包还是什么的。你要、喔、你要我可以给你、啊。那我不要，我以为是真的。怎么可能真的给小朋友在炫富啊？天哪、啊！我以为是真的，我就可以拿。我也希望啊。我就去他家门口排队。嗯。哎、欸、干，我今天超忙。嗯。哎、欸，多忙。不对，我忘记在开他的东西。对，聊太爽了。对，聊太爽了。今天下午小鱼有出来啊，就跟他讲说。哎、欸，师兄有昨天有跟你讲那个，我说有，超想超傻眼，我说是不是想扁他？对，超想扁。我说是手机那个吗？他说对。被网民霸凌，对啊，是一堆人模仿他，还是就是攻击他？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啊。模仿可以啊，可是就是被攻击，我觉得没必要。你为什么关麦？到家了，哪嘞？开门呢、啊？哦、oh. ，
哦，你让我想到一个撩人的，可是不想对你聊。啊，好恶，我先关掉。好，那我先问你，你喜欢哪个国家？啊，他不理我。没有、啊，没有，单纯问啊。你喜欢哪个国家？对。我吗？对。日本啊。那下次你要对那个男生说，我喜欢你，跟我回家。哦，哇哦，哇哦。哇，挂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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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对啊，有点油。我哪一次不油？拜托。我最近都走很油的路线呢、欸。太油了，太油了。对不对？我的口水，的口水都可以拿来煎蛋了。靠！所以我才说那些撩人，就是你要刚好遇到那个事件，然后刚好才会想起来说。你看，你刚好说要回家啊，就想到这个东西。不然有时候根本没办法凭空生出这些很油的话。好笑、哦，很油、哦，我天哪！你还想听什么？油都爆炸！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你感觉一堆啊。我就一堆啊，可是可能要真的聊到啊。太难啊！那你喜欢什么动物？你喜欢狗还是猫？猫。喵。我干 , 笑那么爽，这样啊？你就这样对那个你喜欢的人就这样子。哎、欸，我问你哦、喔，喜欢狗还是猫？对，他说猫吧，你就对他喵还是怎样就好了。哦，那他如果说兔子，他怎么叫？嗯，你就问他狗或猫，你就问他狗或猫。妈，我今天就是问聊天室喜欢，我那时候问错了，问他们喜欢什么动物，有人回兔子，然后说哇干，那兔子怎么叫？哇，那兔子怎么叫？没有，那是他们已经被我撩过，撩完他说万一如果人家回什么蜥蜴、蛇还是兔子嘞，我说那就是因为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今天要问的是问，如果今天是你喜欢狗还是猫，这样就好了。哦，是这样啊。因为没有打撩语，因为想要没有用啊。因为没有人会被，有啊，他们那时候撩得很开心哎、欸。哦，是哦。对啊。几岁啊？国中到出社会不等都有，好吗？哦。可是我就喜欢兔子啊！你不能这样子啊！我就跟你讲过，你情我愿，好吗？今天我只喜欢你的钱，你喜欢我的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早晚会分开。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你给我钱。看，可是我也喜欢钱。对啊，那对，今天双方都只喜欢钱的情况下，那就没有。那没意义。对，就没意义啊。今天就是你情我愿嘛，我愿意给你钱，你愿意给我人，那可以。但是你今天给我钱，我只喜欢你的钱，哎，我不需要你的人，那没意义啊。这就跟抖内一样啊，嗯、出于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忘了，忘记了。啊，就是没有强迫，不是、啊，就是没有强迫，就是量力而为。量力而为，量力而为。你要喜欢我才会有我的钱啊，不是啊？你要给我钱，我才会说我爱你啊。他现在每次都给我钱，然后叫我说：“欸，很久没听你讲我爱你了。”哦。你要开到几点？我课题解完了，所以准备了差不多了。哦，你要关台了。哦，好，拜拜，大家再见，这样。嗯。要打个麻吧。你要打几点？我要先洗澡，我到家了。去洗啊！你去洗啊！赶快洗啊！把你身上的油都洗掉。我也要打麻。我也要打麻。打麻草、哦？你要抢得到啊？不是、哦。我也要打，你要抢得到啊！对，我要先去洗澡，再见，拜拜，关掉了。好了，这边闹剧结束了，那辛苦各位了，那个，哎、欸，辛苦各位了，他就是我们互窝的臭臭，啊，不认，应该很多人不认识他啦，因为他。哎、欸，他还蛮有名的，他、啊、只是就大概出社会之后，就是比较没空出现在荧光幕前面。哎、欸，
是早期蛮常被我嘴的一个可怜人，可怜人，可怜。要打麻了吗？可以啊，打一下，不然我不知道干嘛了。我们先看一下下一个课题哦，不是应该辛苦你吗？不要认嘴，给我定通话来。你不要每次挂完电话之后才面该开该好不好？请争取在通话的时候辩解的时候，你不要在挂掉通话的时候才辩解，好吗？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断梦大师什么？他会断幺九了吗？恭喜你会断幺九了。就这个是不是？上次谁说买的稀有拖鞋？亚德吗？还是谁？好啦，这买一下好了，多少钱？5000？好了，买了。白痴，安安，好啦，准备开游戏哦，要日麻咯。我也买过鞋子，我那时候听到鞋子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笑。不，他是杠一万南风连断两局国师。哇哦，欸，你很强了欸，原来不愧是断梦大师。我刚刚灌到国师的梦，没事没事，他们应该没有恨你啊，只是会干一下而已。好了，就先这样子。那我们来打三人马，我想试试看。打一场啦、啊，因为我怕还是怕连庄这个东西啦，连庄太久了，我觉得太无聊，还在直播、哦，对，要打麻了，要打麻了。我看到他们在游人场了，看到就按下去了，没事没事。麻子还在开吗？看一下，麻子，你还在开啥？哦，马里奥派对哦。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哦，麻子没开了。他今天有开歌回，没听到。来哦，房间名称。没有啦，歌我们还没开，笑死。你们是不是很紧张的？手机放在键盘上面了。要好的教育吗？什么好的教育？就试试看啊，速速看东风。一场就好了啦，怕玩太久。然后今天有玩过，想一下哦、喔，有玩过吗？不会啦，我今天第一次进去打麻的时候，应该还。黑宝玩麻将好像很复杂，不会啊，玩的其实很快乐呢。快乐麻将，ペを抜くよ。ペを抜くよ。对啊，以后叫他三三了吧，叫鲁三三，鲁三三。369不能亡，369不能亡。51哦，51跟33哦哦哦，懂了懂了。你对于你叫51哦，会比较开心吗？
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但妈只有一场，试试看啊，如果真的太久的话，是啊。问他有什么？没有他们叫的啊，五一。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スモ、僕の勝ちだね。リーチ、一発、スモ、ドラ、ドラにドラ。哦，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抜きドラ。抜きドラ。ペイを抜くよ。抜きドラ。ペイを抜くよ。你哪样都背呀、啊？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没了，哎呦，怎么那么惨呐、啊？是不是要学隔壁的都要玩混一色啊？哎，有人到我了吧？我的回合了吧？干嘛同时？ダメだよ。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おお。リーチ。抜きドラ。ポン。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ポン。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ロン。傻小哎、欸、好像三码还可以耶。如果这样的速度的话，没牌自摸了，对吧、啊、我知道啊，没连装的话好像还 OK。 那来吧，再来再来再来，结束了。僕の計算通りだ。干，好扯！你们是多喜欢？
四风连打的意思是，比如自家都打东风或西风这样子吗？都打同一个风，还是今天例子是立一万，然后四家都丢一万，这样是不是也不行？还是可以？啊，请问对啊是指哪一个？风牌哦。同一种风牌哦，你那时候说什么针对双粒子可以这样子玩？针对双粒子，好的，谢谢。哎呀呀呀呀！双立直立风牌，大家刚好都很好默契的话，可以。对啊。那么凶凶的呢？哈哈我该冲。但三码还是很吃运气啦，我知道啊。哇哉哇哉！啊，一千场东的我，什么意思？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
蒋国没了，没德国了。你看，没有想国啦，我想你啦。从去年开始玩到现在，然后嘞，打了1000多场。我游戏进个音哦。好嘞，没有啊，等一下再喂喂喂喂喂，白痴，我关错音啦，白痴关错音，关是音。你刚刚排序是国字进来，确实啊，但可是我刚感觉到北的灵压越来越少了。他早点进来，我可以，他拔背的时候我杠他，不糊他不是吗？痛八听八坏，不过我喜欢，不是哦。我看了一下，好像就是要碰了啊。感谢阿亮，感谢翠翠。你换你那一只啦，我比较喜欢看那一只，你换换。嗯，感谢感谢，先输给你我也愿意。小六。你是不是想贴那贴图了？哎、欸，可以耶，如果三麻这么快的话，好像可以。可是会被三麻宠坏啊！哎呦，这么香！一胖，干嘛可以很快，可以很慢？我知道啊，因为我就是怕连装这个东西啊。然后修罗是因为都常常打到底啊，
就一半一半，有看到我那个连装吧？有啊，就不是说怎么还在东二还是什么多少？啊，你不是分数那时候多少了？七万多吗？你再给我贴这个试试看，我不会怎样啦，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想太久了，想太久了，啊，死了！哈哈，嗯。假装啦！假装啦！哎呦，不错呢，不是哎，那个连庄你差点也去了，所以那时候赌那个、啊、聊天室也在改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打喷嚏。哎呦！リーチ、ツモ、ピーフ、イッツ、ドラ、ハネマン。凶没关系啊，凶也要我在场才能凶啊，我不在场你凶太浪费了，对不对？你要胸要揪一下，你们那一场让他感受到什么叫做陪玩，陪玩小姐姐。哎，好嘞，再打掉一张，哦不，掉，哦不。好像追力少年，哎呦，四张哎，四张哎，四张哎。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つも。六六下来。
ドラニバイマン耶水啦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何時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7145应该没满吧？对啊，没有坏吧？不要骗我，没有人的，对不对？那我要离开喽。还有人吗？没有就关台喽。是不是太快没人玩了、啊？追力少年，哎、欸，对啊，怎么你立直我就立直了，好恐怖哦！想说帮教主杠牌，把点帮弄高，结果太高了，啊，好爽，好开心，好开心哦！哟，嗨秀秀，感觉你可以，等下可以来玩，没有人，你玩到没有人了。单人吗？我没玩过诶，规则一样吗？有一点点变，但是变不多。就是你会发现万子只有一跟九，然后北风算是宝牌，然后通常都是丢拔出去。你刚刚有听到有个出现拔北，那就是宝牌丢在牌面上，风险超大。没有，没有打段位啊。所以我才不打段位啊！场外三人，三二八一七啊！大傻逼。刷刷去啦，刷刷去啦！刷刷去啦！那我还是乖乖打四人好了。没有啦，他就是有时候牌会莫名其妙就是很大。你看有时候进张很漂亮，对不对？就是少了万子啊。拔到飞的图可以找他。ペを抜くわ。ペ。不是哎、欸，不是哎、欸，陪玩呢、欸，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早点结束，早点下一场。没有，只是有时候连线好慢哦。你们等我一下哦。
我回来了。哎、欸，就是上次也是跟棉被喵玩特别慢啊，我突然对你有印象了。没事啊，没事没事。感谢享受到陪玩的感觉。我来干嘛的？感谢哇，小月根本没玩到。不用道歉呐、啊，对不起什么？秀秀嘞，快点，71425，那这最后一场吧。又说自摸就自摸了 ，God， 乌鸦嘴，秀秀，好了好了，我觉得我没有游戏体验，没事啊，你不是每次什么受伤的都是你，没事，这一场受伤的都是我了，好吧？按开始，我操，按开始。那这场最后一场哦，啊，三码之后都再来玩好了。啊，三码就不能开心梦想了。哦，没有换牌真的好不习惯。等一下我要去约会了啊，拜拜！我要来去约会了。啊，他断线了，趁现在，快点，利恩，打一打开，快快快快快快打，快打，趁他断线。超卑鄙！有人惨，三倍满，自然客吧？也、欸、不是哎、欸，这是什么鬼？哟，三倍满而已哦，三倍满而已嘛。看四人嘛的，有人场，坏、欸，这样你不是很爱吗？你看，坏了一下，他变成这样子的牌，值得吧？再坏一点都值得吧？坏一点，坏一点，哈哈。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クロさん。ピーチ。我爱了你又不爱，那何必爱？好吧，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不对。
梦里什么都有。至少让我看完再睡，不用看了啦。你看他连装了，他把我压榨榨到死。他是断腰九姥姥。话说你之前卡主题很好开场是真的吗？真的啊。你要听什么吗？那我现在这个声音，注意听哦，这个声音对不对？对不起，我还是关狗麦了。然后大概声就变这样子了。对，然后就声音会比较厚一点。也不是说厚啊，怎么说？就声音可能会变这样。就。其实卡祖笛就只是你在发声的时候就要用到鼻腔那种共鸣的感觉。然后它其实用卡祖笛你吹的时候其实不是呜呜，是有点呵这样子，好像是用喉咙在出声吧，还是什么感觉，然后就很好开嗓。所以我之后如果跟他们去唱歌还是什么，就带着我的卡祖笛过去了。啊，吹之前先在厕所里面先一直玩卡，把吹之前唱之前现在厕所玩一下卡主题，好了之后再开始。我来卖看好了，看到一家可以刻字的卡主题卖家。欸，多少钱呐、啊？那卡主题会多少钱？砰！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砰一、ドラ二。干他怎么那么扯？我忘记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玩的哎、欸！天哪、啊，要结束了、欸，要这样结束了哎、欸！天哪、啊！干你给我快一点！我突然之间回你肥婆，给我快一点！我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刚还想做梦啊！哎、欸，不要让他觉得他在陪玩好不好？206到833哦，那品那个嘞，不是武器的品质啊，是那个材质是什么？我想换一个卡主题。我不知道露天拍卖这个定价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品质比较差一点啦、啊、像我说的很像是应该塑胶吧，感觉就是不知道铁还是塑胶什么鬼东西的，感觉要压一压就变形了，然后大概才卖个十几二十块。我贴给你看，你贴那个啊 ，General 那个 DC， 你贴在 DC， 不是吧？好，看。哎、欸，哎、欸，没有啊，他地址这就是就看不到啊。不会吧？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角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好小、シャー、
ドラドラ。好小，没事，我连中就有机会了。我连中就有机会了。看了这么久，只看懂一点点，没有，搞不好你看不懂，搞不好你看不懂，用看的看懂日麻，那真的是很强。我认识的里面就一个人做到，那就是铲铲。那时候想说，哇，他在开玩日麻耶，看了一下，我说你会玩哦？他说看久就会了。我说哇，那你看的真的是很久哎。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又不知道我在打什么，懂吗？有时候就是啊，怎么你是这样打？然后正常人是打另外一套，你是打这一套。你看，就是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会立子，他为什么要立子？他凭什么立子？他凭什么可以立子？干你屁事哦！关心管那么多，要放枪就好了。给我啪！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干嘛？感觉这家不错，可以刻字挑颜色哎，那可不可以挑图案呢、啊？我想刻一只动物。要死人啦！要死人啦！要死人啦！你哈撒小啦！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应该不行，只能刻字哦、喔。啊，不能像我画的什么图，然后刻在上面吗？这样对我好不公平哦、喔。那我会画画有什么用？对啦，我不会画画啦，我废，我就烂啦，我就是烂才会烂你烂那么久，烂，我就是油才会撩你撩这么久。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笨蛋，大笨蛋，我就是笨啦，我嘴巴就是这么油啦。还会撩你撩那么久啦，没事，可能他也不会画画，只会写字，他会刻字，表示那应该是我雷射刻上去的吧。啊，如果他不小心滑歪了，他不是浪费了很多卡主题的那个材料？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カン。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
欸，这一场好久哦，我怕这就是怕这个，妈连太久了。嘿，这碰一下就会出速，出速了，出速了，初一出速，初二出速。别骂脏话。不准你骂脏话，给我爬！最后的十枚，你得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你单骑一张哦？该不是九万吧？什么？是假的，我死了！哦，没有，我以为是安克丹奇的北西。太长了吧，太长了吧，什么恶心的东西？死了，死了，结束了。好啦，刚好十一点半，感谢，感谢。大小，我踢他，奶大了不起。好啦，那今天先开到这边啦，感谢各位啦。好啦，三马啊，确实好玩，但是怕被氧化，哎，就是还好容易做大，就练很长很爽啊，我真的其实蛮喜欢看到练那么长的。对，那这样啦，感谢各位啦，大家晚安，晚安，晚安。